谢谢各位哈，我们今天要来召开这个大专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的公听会。那我们公听会就这样就开始。那首先呢，谢谢各位专家学者、政府单位的人员出席本日的会议。那有鉴于呢，我们知道大专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为这个高度受瞩目的这个社会议题哦，所以我们希望行政部门到底法是适用上法有哪里不挚爱难行之处哦，或者是到底是不是真的挚爱难行哦？大家可以透过这个公听会大家来相互的沟通一下，那听取各界的意见。那今天讨论的提纲啊，我们想我们是不是就几个提纲来进行讨论？第一哦，大专兼任教师，因为他不适用这个。现在不适用劳基法，可是它也不适用教师法，那其相关劳动权益未获保障的现行情形到底是怎么样？那我们知道说大专里面的兼任跟专任大概比例上几乎都已经到了1:1的比例了哈，所以这个成为这个大专院校教学现场的主力而不是补充人力的这个状况哦，这个是不可回避的事实。所以在兼任教师第二个就是说他的权益没有受到法律保障之下，那又与专任教师有明显的待遇落差，是否导致各大专在成本考量下出现以聘兼任啊代替这个聘专任的趋势？那我们想啊，这样子下去的话，影响的当然是这个学生的受教品质哦，也会影响到整个教育的这个品质哦。所以啊，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讨论说，各级学校各类编制外人员都已经陆续纳入了劳动基准法了，好。那但同属编制外人员的大专兼任教师迟迟尚未纳入，是否真的有挚爱难行了哈？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讨论大专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后可能的获得的权益改善哈，大概会有哪些项目？然后我们因为大专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以后所衍生的相关的成本的费用，如依法提拨的劳工退休金的这个预估的成本会是多少？那教育主管机关有无任何补助措施哦？那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借着这个公听会集思广益，那提出宝贵的建言，以作为我们大专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相关议题的这个参考哈。那首先呢，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公听会参与的单位及人员哈。有些人还没有这个还没到，我先从已经到的几位学者专家先来做一个介绍哈。首先我们介绍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我们的副教授，我们的周平周副教授，欢迎你。然后我们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我们的助理教授张新龙张助理教授，看得出来哈，其实我们兼任教师专兼的，就是一直在兼的，还蛮年轻的，还蛮多的哈。接下来我们介绍这个还没签到的，我们就没有介绍哈。台北商业大学国际商务系兼任助理教授吴孟道，来。然后我们高等教育产业工会秘书长陈正亮哈。然后我们高等教育产业工会办公室主任陈书涵，我们经国管理暨健康学院人事室主任哈隋杜清。有我们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政策部主任罗德水，有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教育文化组高级助理研究员这个卢成伟，然后有台北市立大学兼任讲师张义仁，有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蔡依林，有我们世新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讲师郭耀忠，接下来是中华私立抱歉他不出席哈。另外，有我们台湾首府大学教育研究所的副教授兼所长哈，他还没有到哈，我们的郭天才，然后政大法律系我们助理教授林良荣也还没到哈，还有一个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徐文璐也还没到哈，那我们等一下。那我们今天列席的政府代表有这个劳动部的劳动条件及就业平等司的司长哈，我们的谢倩倩谢司长，劳动关系司的专委黄琪雅哈，琪雅这个专委，我们劳动保险司的朱伯良朱专委，有劳动福祉退休司的专委哈陈美女，教育部呢，我们本来是希望他哈成绩应该要高一点。但是他们请假都有理由，
当然也是520要交接了，所以大概政务官啦，或是次长哈，大概也他说他有事要请假，实在不想准他假，可是他能说得出理由，所以他们今天派了这个，本来是要请这个林腾蛟林次长来，他请假了，所以我很抱歉，我们今天请到了人事处的处长李秉洲哈，然后也有这个人事处的专委啊曾义群哈。这个是以上的这个介绍，那我们现在是不是介绍完了这与会的这些人员以后，我们先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发言。那我们发言登记哈，第一轮登记完毕，可以登记第二轮。那目前登记了六位，每一位上台啊，基本上15分钟了哈，但是也没有那么硬性，但尽量了哈。那上台发言，那请先。上台的时候报告你的单位职称姓名哈，让我们的会议记录的公报处的人比较方便可以记录。好，那我们依序是不是先请我们的这个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登记第一位发言的周平副教授？5分钟为原则，但也没有那么还可以弹性啊，还可以第二轮。OK， 我是南华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副教授，也担任过系主任和国际长，我叫周平，曾经是高教工会的创会理事。那我今天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个场合哈。那我首先要说的就是劳动部加油啊，教育部赶快良心发现吧哈，还有一个卫福部啊，加油啊。那我过去当然都有很多文章在批判教育部哈，这是其来有自的啊。那至于劳动条件这部分哈，其实我希望先描绘一个极端的场面，一个就是有很多教育部的官员哈，他们退休之后，不管是部长、次长或者司长哈，主秘去了非常多的私校担任一级主管啊。这个情况我们曾经批判过啊，它是不正当的，但是我们知道教育部现在还是说语法没有办法约束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情况跟我们今朝的有没有关系呢？有的啊，我们这个最高层呢，因为学校要付非常多的那个薪水给他们，它变成了板块挤压，压着下面最底层的就是兼任教师这一层，当然要节省成本啊，因此这个两极的现象是非常丑恶的哈。那我们现在兼任教师，当然情况是非常糟糕，大家都知道。那我看这个两部的说帖啊，似乎也有诚意想要改善这个问题，但实际的情况真的是非常的血汗的哈。因为非常多的学校，目前呢全台湾有这个当就是高教工会的资料哈，24889位哈，其中这个是兼任教师哈，其中有所谓的专职兼任的哈，意思就是他没有别的工作的哈，就有8118位。那换句话说，这里面大概有1/3哈是兼任教师在负责大学的课程哈。那这是同工不同酬的现象哈，是非常严重的。50%的课是兼任教师负责哈。那但是大家知道吗？我们的兼任教师啊，有的时候我们老师也会有一些课是超终点的哈。我们发现十几年来啊，终点费没有调整哈，在1997年之后就没有调整啊。当然现在国立大学有调整，但是非常多的私校仍然没有调整哈，所以这个血汗仍然存在的哈。甚至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所谓的薪资成长，或者是那个就是那个基本薪资的调整哈，都已经调整了，但是终点费却没有调整哈，这是非常离谱的现象。当然，对于兼任教师来讲，最大的伤害当然就是健保哈。健保的部分不是持续的哈，这个其实伤害很大。但除此之外，兼任教师呢没有离职除金哈，劳退、年终奖金都没有哈，劳退金的提拨等等哈。那如果假设平均啊，兼任教师有8个小时的终点的话，他一年要损失10886.4元哈。那总算起来呢，全台湾一年各校啊，其实用这种便宜形式的方式省了8000多万元。假设某一个大学哈有70位啊，当然我是意有所指，但不便指出名字啊。某个大学有70位双薪教授的话，这个学校就要付超过8000万的薪水给这些双薪教授。但是我们全台湾呢有那么多的兼任老师呢，也不过就是8000多万啊。可是各校都不愿意付出哈，这是一个非常离谱两极化的现象。那这种制度性的压榨哈，
还有在很多的学校，不管是顶尖大学或者是教卓的大学，教学卓越计划的大学哈，他们事实上有非常多的成果是兼任教师所提供的哈，不管是在课程方面，或者是有一些研究研发的成果哈，教学上面的研究上面的等等等等哈，那这些呢，事实上都没有获得适当的报酬啊。那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知道哈，兼任教师哈这样的劳动条件，恰恰代表了我们整个台湾哈现在劳动条件的派遣化的一个缩影啊。那在教育部教育这一块哈，这个现象呢，恐怕还比其他的所谓的低薪的工作还更严重，因为一位兼任教师的终点全一年加起来哈，甚至于是低于所谓的22K 的啊。好，那我就先报告到这里啊，谢谢。我们也可以发，可以再登记第二轮。第二位，我们请这个台北商业大学国际商务系的兼任助理教授吴孟道。好，大家好。我是国立台北商业大学兼任助理教授吴孟道。那基本上我觉得这个议题哦，临时被告知说要来参加这个，我基本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议题，而且也是很重要的议题。那为什么要这样讲，是因为大概从我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我大概兼课大概从民国88年开始兼课，到现在105年，大概已经兼了大概将近17年的课。那当然我现在有正职啦，只是说之前在兼课的时候，确实，那我看了一些大概高教工会的一些说帖，那也看了一些教育部、劳动部的一些说法，我确实，自己的感触上，我说其实对这一些所谓兼任教师的保障来讲，目前确实是非常非常的缺乏，而且这些相对应的。我说其实你如果把教师当成是一个劳工来看的话，你可以发现基本上劳基法这些相关的一些部分工时的劳工，他基本上也是用劳基法。虽然我们都知道教师跟所谓的劳工还是有一些基本上的一个不一样，但是其实就相关的一些，而且特别是我要针对的是一些那种专任，不是专，就是基本上完全是在做兼职的这一些教师来讲，他为了特别是我大概有一些认识的一些朋友，大概毕业之后相对应的大概找不到一些相关的一些专职的工作，所以他必须兼了很多学校去做这一些兼职的工作。那兼职的工作其实对他们来讲，他们刚刚其实我想大概前面周平周教授也提到了，他们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所以兼职给的这一些pay，这一些所谓的时薪的部分，当然前几年代有调整一次了，之前是完全都没有调整，助理教授基本上时薪就630块。我觉得这个是对 人力，我说是人力资本一直都是，我一直很强调人力资本一直是我们国家那个进步或是这一些所谓经济发展的一些重要的一个来源。那你对这一些所谓的高教人力，你反而用这么比较低的一个薪水去聘用去雇用，那我觉得你其实某种程度是一种，这是一种歧视劳工的一种行为啦。所以我基本上我也大概特别想要呼吁啦，我说这个其实纳入劳基法，这个大概已经是一定要做的，尤其是这个大概已经讨论很久了，讨论很久，特别是就一些劳工权益的保障来讲。那我们当然也知道，在说帖上面其实也提到了很多方面，那不止薪资的部分，包括这些所谓价别的部分，特别是在尤其是女性劳工，虽然她在性别平等法里面有规定，她跟一般的劳工享有一定的这些所谓的产假，这些所谓的相关的这些价别的权利，但实际上在执行的时候，特别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我大概之前在一些学校，我虽然不是女性啊，但是我莫名其妙，我大概那个应该说我本来是那个固定有那个一学期的课，下学期，结果隔年莫名其妙他就完全也没有通知我，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还主动打电话去说，我的课是不是不开了？那系主任才跟我说，对，其实不开了，那也完全没有通知我。我说，以一个男性权益，基本上还是这样子。我说，很多女性的权益，特别是她在找，尤其是像当她今天有产假或是有这些价别的需求的时候，她基本上她在找这些，她也必须要去找这些代课的教师，甚至她基本上她要
自己去付出这样的一个薪资的部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公平的一个现象，特别是跟专任教师比。那当然讲到专任教师我们大概都很清楚了，尤其是教育部提到大概就是针对这一些所谓的，其实很多他认为兼任教师很多是一些已经退休的这些，他认为他不是一个主力的一些上课的一个那个族群，但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误解。然后我们当然从那个相关的这一些提供的一些资料，其实大家也看得出来，现在专任的那个兼任的这一些那个教师，大概45岁以下的，基本上高达一半以上。那你如果说45岁以下就已经是退休去兼职，我觉得这个很荒谬了。我觉得这个大概不符合常理了。那为什么要点出这个？其实有一个很深刻、很深层的含义了。我说，其实目前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兼任教师为什么这么多？这么多，除了我们整体的这一些教育环境这些教育资源比较普及，供给比较这么多的一些那个博士毕业的这一些教师之外，当然整个市场需求面也慢慢在萎缩那这个是一个很必须，就是兼任教师很必须去面对的问题。偏偏在这些萎缩的同时，你又允许这些法律允许这些国立大学毕业的，甚至这一些所谓的比较资深的教师得以去兼任领这些所谓的双薪的这样的，那我想对兼任老师的这一些冲击一定是更大嘛，一定是更大嘛。所以我说，其实你从很多角度来讲，你会觉得说，你发现其实对整个兼任教师这一块在整个这一些所谓的政策，整个这些法令的保护其实是非常非常缺乏的。不过最后我要特别呼吁的，不好意思我再多讲一下，我要特别呼吁的，其实可能大概兼任老师大概可能要必须要留意一点，我说如果这个真的纳入拉基法，这个也适用的，那其实我们看到缩帖上，我确实你的确会有一些比较正面的一个那个保障，那其实它也会有一些相对负面的冲击。那这个其实是在很多经济学里面特别强调，尤其像最低工资法或者像这些工会的这些可能会造成什么。当然，如果他今天他成本大幅拉升的时候，也许他开始大量雇佣这些专任的这些教师的时候，兼任的老师可能相对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甚至有可能引发一些事，我觉得这可能是比较需要去留意的。不过我觉得这虽然是一些比较负面，但是正面上我觉得你还是要非常非常去在意这一些兼任老师的权益的维护。那我想大概我先简单的发言到这边，以上谢谢。好，谢谢。那 有人是比较慢到的，如果没有登记到要发言，请要到登记发言处来登记。那我们接下来请这个我们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教育文化组的这个研究员，我们的卢成伟。主席，在场的专家学者大家好，我是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教育文化组的卢成伟。我们如果从教育部的统计资料来看，可以看到这五六年来，每一年的兼任教师人数大概都有45000名左右，尤其在最近一个学年呢，甚至有46000多名。那看一下，正式教师人数大概也是48000多名，所以它两个人数非常接近。然后，就兼任老师来看呢，可以看到私立学校大概是公立学校的2倍。那兼任老师数量这么庞大，其实我们要注意的不只是他个人权益保障问题，其实它也反映了我国高教整体正常发展的这个面临的冲击。如果就今天主题来说的话，我个人觉得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谈。第一个部分是把兼任老师的权益纳入劳基法来保障，可以解决哪些方面的问题。那首先我们看到像是劳保，甚至健保、劳健保还有劳退这个部分呢，纳入劳基法之后，其实我们要确定的是究竟他劳动契约的这个性质是什么？学校认定的是什么？那我们兼任教师认定又是什么？究竟是定期还是不定期？这方面必须要先取得共识。然后，因为这会影响到那个劳保的投保的时间，然后劳保年资，接着会影响到劳退的部分。再来像是职灾的部分呢，纳入劳基法保障之后，兼任老师在上下班的时候就学校这边就会负有补偿责任，但是学校这边会面临到一个冲击，就是每个学校聘的兼任老师人数都还蛮多的，有上百位甚至到上千位，那学校要怎么样处理这个保险的部分，是不是要另外
自己另外加保商业保险什么，这是学校要考虑的地方，也是对学校造成的冲击。另外在拖欠薪资的部分呢，这几年我们看到金老师还蛮常遇到这样的情况，那在纳入劳基法保障的时候，这部分会有比较积极的作为可以处理，像是劳动检查这部分会比现在在教师法或是教育这方面的那个监督处罚方式是更为具体更为严格的。另外第二个部分就是从我们教育的观点来看把兼任教师纳入劳基法来保障呢可能会有哪些需要妥善处理的地方。第一个是在请假的部分，因为像是在劳基法里面请假是不用补服劳务的，那如果在教育场域这边我们要特别注意是请假是需要补课的，那如果这样的规定可能我们要加一些要做一些调整，不然会涉及到学生这个学习权益的保障。另外再来是工时的部分，这常被提到，就是工时到底要怎么样认定像是大家知道老师除了上课时间的上课之外，他事前要备课，而且备课花的时间还蛮多的，像我之前在当兼任老师的时候，我可能一堂课要花一两天去备课。那另外除了备课之外呢，还有像是下班之后批改学生的作业啦，指导学生研究啦，还有辅导啦，然后老师自己的学术研究，这部分都会花掉很多时间。那究竟老师的工作时间要怎么算，这也是需要考量的地方。第三个就是在解聘跟不续聘这方面现在如果依照法律来说的话兼任老师他适用的是专科以上学校兼任老师聘任办法，那这是教师法的子法里面是有规定到说现在兼任老师他的解聘跟不续聘这部分是比较正式教师，那就是有三级三审还有教师申诉管道。不过就一般常遇来看，虽然有三级三审跟教师申诉管道这个比起劳基法来说是更为全面性的保障，但是在实际的教学场域来看，其实虽然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老师们还是会面临到像刚刚那个我们前一位吴老师他遇到，就是校方没有任何很具体的原因，就让下学期可能没有办法继续上这门课。所以虽然现在适用的是教师法，有这么是看起来是比劳基法还要更全面的保障，那但是他没有办法落实，所以之后改就是纳入劳基法保障，是不是也可以同样的落实，或者说两个是不是可以相互调整这个是可以在思考的地方。那另外在学校这边的冲击呢其实如果纳入劳基法保障的话，像在请假方面，学校会面临到一校两制的问题，就是正式老师他适用的是教师请假规则，那兼任老师他适用的是劳基法，那学校方面要怎么调整，会不会有什么新的需要注意的地方，这也是我们要思考的。另外就是劳基法是最基本的保障，我们把兼任教师现在我们思考是纳入劳基法，但是未来如果有更好的机会，是不是可以思考纳入教师法保障，这也是另外一个方向。谢谢。好，下一位我们请高教产业工会我们的陈正亮。好，主席在场的各位委员还有专家学者前辈，那以及这个教育部跟劳动部的官员，大家好哦。那其实高教工会谈这个大专的兼任老师一体适用劳基法已经谈了抱歉，我可以终止一下没关系。停了。就是说如果你们有 PowerPoint 要播放，我们这里也是可以播放，有人有简报要播放的话，有电子档也可以播放，忘了告诉大家你需要吗？谢谢。现在好，那不用，好，这样讲就好了。 好那基于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跟劳动部也有开过一些会议这样子啦。那基本上这如同大家可以看到在劳动部的说明里面应该是一个既定的方向，那现在问题其实并不是出在劳动部啦，现在问题其实是出在教育部不愿意把兼任老师这个视为是这个劳基法可以保障的这个范畴里面，所以才会有衍生今天的这样一个公听会。那大家刚刚提到了一些数据我再补充一下，在90年学年度的时候大专院校的专任教师人数是41800左右，兼任老师是27000，
那到104年，就是15年来，这个大专专任教师是48000，然后兼任教师46000，你可以看到它基本上是接近是一个1:1。换句话说，在过去这15年来，大专扩张的过程，大家都知道高教有一个大量扩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真正被用来当作最重要的人力的，不是专任老师，因为专任老师只提升了15%，而兼任老师提升了70%。那这是什么意思呢？这非常简单的数据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这个大学扩张的过程其实是便宜形式，对不对？其实便宜形式，我们说我们这大学扩张是为了让我们国家的教育品质能够往上提升，但是呢，我们却运用大量的兼任老师，这些兼任老师来往于各个学校之间，从南到北这样在上课，然后他没有办公室，他可能跟学生也没有固定的 meeting 的时间，然后你要他负担这么重的工作，让他承担我们高教扩张最重要的责任，这对吗？这是根本上的问题。我们要思考，我们的教育政策是要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往上提升吗？哦，高教工会一直不认同这种便宜形式的方式，所以现在我们要讲的是如何把这一个过去的不正义或错误的高教提升的方法，如何给它改变过来，如何让它补正回来，这是第一个重点。那我们要怎么做呢？我们如何让学生的受教品质能够提高呢？当然是我们老师的工作权如果能够受到好的保障，那么他自然他的教育品质就会往上提高嘛。你让他流浪于各学校之间，这不是我们高教要走的方向。所以我们第一件事要思考，在兼任老师这么多的状况里面，如何让他有一个好的保障。那我们认为劳基法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方式，最基本的保障方式。在这一点上，有很多各行各业他们也是非常专业的啊，医生也是很专业啊，律师也是很专业啊，那这都是将来或者是已经纳入劳基法里面，专不专业不是他排不排除在劳基法之外的一个理由。所以劳基法是一个可以让所有的受雇者有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的这样的一个法令。我们不是说教育部弄的这一个所谓的办法，办法只是在部内的行政规定这个层级里面，它没有法令的层级嘛。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法令最基本的保障，所以劳基法是一个最基本的保障。那我们认为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教育部不应该再保守着过去的那一种想法，认为这个教育领域呢就不能够有劳工，其实是错的。其实在我们大学里面也有职员啊，也有助理啊，也有工读生啊，这些也有是适用劳基法的啊，这并没有任何自爱难行之处哦。所以教育部提出来那些理由，等一下我们的这个我们办公室的主任会跟大家仔细来批评教育部提出来的理由其实不是真的。那这些批评理由我们是从哪里参考的呢？从劳动部参考的。事实上劳动部已经批评，有系统的批评过教育部一次了，不是我们高教工会提出来而已，是国家的劳动主管机关都认为教育部提出来的观点是不对的嘛。因为有很多专业的人才、专业的行业都有适用在劳基法里面的哦。那至于细致上要怎么样去让这个法令能够具体的落实，当然最后会需要教育部的一些帮忙啦，但前提是我们先让它有一个国家的法律层级上的保障，这才是重点。好，谢谢大家。好，谢谢。下一位我们就请这个高教产业工会办公室主任陈淑涵。高教工会办公室主任陈淑涵。那我想刚刚大家都已经提到说，针对兼任教师的这个人数的比例哦，其实我们都是根据教育部统计处的数据哦。那其实上个礼拜正好联合晚报也做了一个专兼任教师已经高达1:1这样的报道。我想既然是统计数据是来自于教育部统计处，那就很显然的是教育部对这个议题哦，其实应该很早就知道说这个现象在大学校园内是非常严重。那我们要再一次强调哦，就是现在这样的人数有多严重，刚刚一直提到的是整体的数据，我们也去各校的去做了一些调查，我们发现说专兼任教师人数1:1的这个数字这么严重啊，其实它不止在公立，在私立其实都在发生。我们随便列几个学校，国立高雄师范大学哦，它的兼任教师比例也高达50%，东海大学高达
58%，世新大学高达65%，辅仁跟东吴大学都是高达60%以上。换句话说，其实不只是到达1:1，其实在非常多的学校，甚至兼任教师的人数是远远超过专任教师哦。那这样的问题，可以代表去，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刚刚周平老师有提到说，其实在几年前，在监察院要求教育部去进行更进一步的数据调查，因为我们发现确实兼任教师他不但劳动权益没有保障，实际上我们觉得教育部也其实是非常不重视他们，因为我们看到说非常多的统计数据，其实教育部只有给一个最粗糙的数据，是在监察院要求教育部做进一步的统计，我们才发现说兼任教师里面不具本职的人数，在两三年前根据教育部的统计调查是大概有8000多名，这就是所谓我们宣称的专职的兼任教师。那按照这几年人数不断在成长，显然这个专职兼任教师的人数，我们保守估计至少到10,000人。换句话说，有10,000人的他是专门就是在大学里面兼课，但现在为止啊，他不受到教师法的保障，也不受到劳基法的保障，其实是什么保障都没有。我们高教工会在过去半年间，在北中南办过很多场座谈会，其实接触非常多的兼任老师。我们问兼任老师说：“你们知道说你们现在的劳动保障到底有什么吗？”基于国家法令上的劳动保障，其实兼任老师都说，除了劳健保，什么都没有。其实就是通通没有保障了。那这样的问题，那教育部居然，我们今天看到说教育部其实有给一个回应的，就是针对这一场公听会。那教育部表示说，等一下，我拿一下我的，好像放在桌上。我们觉得教育部今天提供给各位的这个回应的说明，其实真的是非常的敷衍了事。我们看到其实觉得真的非常愤怒，也非常遗憾。教育部告诉我们说，兼任老师现在的权利义务是定在什么里面？定在一个叫做专科以上兼任教师聘任办法。我不晓得为什么教育部今天只说有这个办法，却不印这个办法给在座的各位看哦。这个办法总共有几个条文？总共才8条的条文，还扣除前后什么实施日期，还有依照什么定为之，里面主要都是在讲什么？他甚至还其实是在规范兼任教师的义务是什么？规范说兼任教师在什么情况之下学校不能聘任他？这8条里面，对于兼任教师实质的劳动保障一条都没有。里面唯一教育部不断的在宣称说有一个保障叫做什么？说针对他的教师权益，他认为有损及他的权益，损及他，或者是他认为解聘是有问题的时候，他可以依照校内的申诉管道去进行申诉。我想要请问教育部，如果今天法定连他们到底解聘事由跟不续聘事由不像教师法这么明确的保障情况之下，他去进行校内申诉有任何意义吗？我们可以知道说这是绝对不可能，他即便去进行申诉也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回应哦。那再来，教育部还有一个理由，他一直宣称说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一定会有遇到自爱难行的部分。他在里面列了几点，他先说他因为他享有教学自主，然后他的指挥监督跟一般劳雇关系不同哦。其实兼任教师作为劳工的身份，我认为在我国现在的法律上面应该是要相当明确，否则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他可以依照全民健康保险法以及劳工保险条例，学校作为雇主依法要帮他投保健保跟劳保。我再强调一次，劳保跟健保现在是学校就已经在执行。换句话说，我们认为校方作为雇主的这个权利，其实我们看到在劳健保上面就已经知道兼任教师他其实是劳工，这个身份是没有任何的意义哦。再者是教育部提到说学生选课情形会影响兼任教师的授课与否哦。他换句其实教育部的意思是说，如果授课比如说开课开不成的话，那这堂课结束了，我们是不是跟兼任老师之间的这个聘约要怎么办？契约要怎么办？是不是要给付各种的资遣费？这个东西，劳动部之前其实开过几次针对兼任教师纳劳基法，其实开过几次会议。我手上有一份，其实我觉得劳动部今天应该要提供这个会议记录。我手上这份是104年9月22号的会议资料，里面教育部就已经提出了十几点，他们认为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之后，可能会有些自爱难行之处，包括什么？包括劳动契约、劳动契约的终止事由、劳动契约终止预告、资遣费、加班费、工时、例假、休假及假日出勤、特别休假、请假、女工退休金、工作年资、职灾补偿、工作规则，总共有15点。每一点劳动部都给予非常明确的答复，每一点劳动部都把教育部的问题回答得非常清楚。换句话说，其实从劳动部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所有认为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会产生法律上面自爱难行的问题，其实劳动部都已经解答了。我们认为劳动部今天应该要附这样的资料。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为什么到目前为止明明
好几年前我们就已经要求说应该要将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实际上劳动部也开了好几次的会议，为什么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必须要在公听会里面再继续强调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最大的障碍其实就是来自于教育部认为说一旦纳入劳基法适用之后会增加大量的人事成本，也因此所以我们还特别去计算了究竟纳入劳基法之后会增加多少人事成本。按照现在4万多名人次来计算哦，我们只针对三个最有可能增加人事成本支出，第一个是劳工退休金6%，第二个是在寒暑假期间的健保不应该中断，第三部分是寒暑假中的劳保也不应该中断。以这三部分的成本我们来计算哦，其实一年160间全国大专院校针对兼任老师这三部分的成本也只会增加2亿5000多万。我们把它平均分摊在4万多名人次的兼任教师人数上面，我们让兼任老师有最基本的劳动保障，他每年所需要增加的成本每一个人次也才是5000多块。但是这个我们都还不去看说其实这兼任老师我们看到常年以来他已经取代掉专任老师，因为他是人力成本最便宜的、哦、我们其实应该要去计算兼任老师在这10年间为这些大专院校省下了多少人事成本，我们再来看看增加这些人事成本是不是不合理的支出。那以上发言，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就请这个高教产业工会我们的组织部主任林博仪。好，各位委员哦，还有各位先进，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立法院做这样的一个发言。我自己也曾经是大学里面的兼任老师哦，我现在是高教工会的全职人员。我必须要很严肃的说明，在大学里面，兼任老师真的是可以说是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哦。没有在大学里面兼课的人，可能很难想象，我们每天甚至心里要背负的一个压力。就是如果我得罪了学校，或者如果我得罪了学生，或者我得罪了谁，我是不是下学期我就在学校里面消失，我就没有课。作为一个劳动者，我们要担忧着主管的压力，或者担忧着使用者的感受，当然有它合理性，但是它总要有节制，它总要有它的必要。然而在没有劳动基准法保障的状况下，使得我们全然没有去检视我们是不是被违法不续聘的可能。目前大专的兼任老师几乎都是一年一聘，甚至一学期一聘。所以教育部声称对于解聘的事情可以进行申诉，并没有任何意义。跟大家报告，解聘的意思是学期中中断聘约，这样的情况叫解聘。但是学期结束聘约到期后不再续聘，并不是解聘，是不续聘。换句话讲，学校只要讨厌哪一个老师，下学期不排课给他，不续聘，兼任老师一点申诉的机会都没有。甚至我们没有看到在劳动法院，在法院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挑战，然后甚至成功的案例。所以这样的情况，完完全全是一个剥削兼任老师，甚至伤害学术自由，进一步也影响我们教育品质的一种错误的管制。既然兼任老师一样是老师，他既然现在没有办法直接全部适用教师法的法条，因为他不是编制内人员，他就应该要作为编制外人员要受到合理的劳动保障，包括他的续聘的这个审查，包括他各式各样权益的这种保障。我想这是刻不容缓的，尤其在今天少子女化这一刻，各个学校已经变形的大量采用兼任老师来替代专任。如果我们在放任兼任老师没有任何权益保障，只会导致这样的情况越来越衍生，越来越恶劣，让我们新一代这些想要到学校里面好好任职的教师们，他们除了不真正的做出发出他们批判的声音以外，他们没有办法有其他生存的可能。所以具体来说，我觉得要厘清几件事情。第一点，兼任老师到底是不是劳工，很清楚的，至少我们制度已经告诉我们了，目前兼任老师，劳动部劳保局已经清楚要求，按照劳工保险条例第6条第1项第4款，以所谓的这个他由他的雇主，也就是学校，因为老师们这些兼任老师依法不得参加公保，他是公私立学校的员工，来纳入劳工保险哦，所以毫无异议，他是所谓的劳工的一环哦。第二点，作为劳工，他是不是可以纳入劳动基准法？教育部回应，因为他有专业性，所以不适用。我觉得完全不是这个样子。我们看到刚才也都谈到，受雇律师、受雇医师未来也会成为纳入劳动基准法，受雇律师已经纳入劳动基准法。在
当今的世代，实际上所谓的专业性这个考量，跟劳动保障应该已经要进行是两回事情了。专业性的劳工也是劳工，不是说他有所谓的专业性，他就可以不受到劳动保障，他一样可以被任意被解聘。你有专业性，你还是需要劳动保障。再者，兼任教师他到底应该是适用教师法还是劳动基准法的这个竞合的问题，我觉得我们要说明清楚。实际上，在我国的法律制度里面，适用教师法直接适用的是所谓的编制内的教育人员，也就是俗称的这个专任教师。对于专案教师或者兼任教师或者各式各样的其他人员，他们并没有直接的教师法的保障。尽管刚刚有讲了一个聘任条例，教师法的保障是针对聘任而已，也就是聘任不能不正或者聘任要资格审查，但是对于他的各式各样刚例举的各种待遇并没有保障。最后我要举一个例子，英国的相关的比较法作为大家参考。英国的兼任教师有没有保障？我们工会特别去研究英国的这个大学里面的兼任人员全部可以直接适用英国的劳动法律，没有问题。部分工时怎么样厘清他的权益呢？很简单，按照他的工作时数跟正职人员的比例计算，他的比例是多少，他就要享有多少的权益。例如他工作一周20小时，那么相对于正常工时假如说是40小时来说，他就有一半的权益。这展现在哪些地方？展现他的待遇、他的假日、他的特别假、他的产假，各式各样的权益。我们特别去研究了，例如伦敦大学，我过去就读伦敦大学的规范，同时也是这个我们未来总统蔡英文女士她的母校吼 ，LSE 她怎么规范所谓兼任老师的待遇呢？他们做了一个按照他们劳动法很清楚的，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工作1小时，他甚至一比例能够取得0.184个小时的有几星休假，因为专任劳工每工作大概折算100天有18天的休假，那兼任劳工当然要等比例享有，这是他们已经实行，毫无自爱可言。再者，以及常常有质疑的，兼任老师实际上他的工作时间不只是上课的期间 ，LSE 他做到了，他们计算不只是上课的时间是工作时间，还包括协助准备、跟课讨论、office hour 改作业、评量登记成绩，经过折算，大约每工作2小时的课。应该说授课2小时的课，计算到薪资里面的小时数是8.3个小时，大概是4倍之多。也就是说，一个老师如果说他是授课5学分，一周5学分，大概他计算出来他的工作时间就应该是20小时，他要拿到一半的这个人员的待遇。那要怎么样能够让这部分工时的老师受到保障？毫无这个迂回的地方。第一步，一定要适用劳动法。没有适用劳动法，他没有这个 imparity 等比例保障的可能。以及最后我们提出呼吁，劳动部应该立刻将兼任老师纳入劳动基准法，对于部分工时要立刻 有所保障。教育部他如果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他可以增加进行保障，但是不是进行阻挡兼任教师纳入劳动基准法。谢谢。好，谢谢。那下一位我们是不是请这个经国管理暨健康学院人事室的隋杜清主任。主席，各位在座的先进，其实我个人收到邀请函的时候呢，或者说我个人收到邀约的时候呢，我知道我来的话，大概我是绝对是少数可能跟各位有不同声音的人员哈。不过即使如此呢，我想我还是愿意来因为毕竟公听会是希望听到各种不同的声音哈。那么很多的意见也许有仁智之见啊，但是我们大概很难说是全部的真理或者是全部的非真理啊。我先说明一下哈，其实我个人的背景是原来在政治大学的这个专任副教授。那我在90、100年退休以后呢，我到经国学院去做人事主任。我不是专任老师，但是照一般社会的通念，我也应该是属于领双薪的人啊。那至于说领双薪这件事情呢，在这个所谓的退休金的这个制度讨论里面，其实有很多理论，我今天就不去在这个地方衍生出来哈。但是呢，基本上我作为人事主任，专门做行政职，那么也因为做了大概7年的人事主任，所以对兼任老师的问题呢，也可以说略微有所了解。
所以我想今天纯粹就所谓的自己所知道的法令跟实务的部分呢，也给各位做一个补充的报告。其实劳动基准法它到底好不好，其实真的有仁至之见啊。在我手上有一本远见杂志2005年7月初刊，它的标题就是一部劳动基准法稿产360行。所以劳动基准法是也是有需要检讨的空间，因为它本来就是从工厂法而演变成为所谓的今天的劳动基准法。所以这个所谓的工厂的一个所谓的作业规范跟其他行业的作业规范是不是完全相同，其实是我们现在劳动基准法可能在各行各业当中都会碰到困难的地方的一个所谓的关键所在。那当然在法令上有没有可能针对不同行业做一些所谓的厘清的更进一步的厘清，可能这是我们立法院的立法委员们可以继续努力的方向。但是目前我们在这一套劳动基准法下的确有很多地方是挚爱难行的。好，那我回到所谓的坚韧老师这个部分呢，其实坚韧老师这四个字呢，它其实并不是铁板一块。好，为什么呢？因为今天坚韧老师他个人的背景，其实就从保险的观点来看的时候呢，他有很多不同的背景，例如说具有公保的身份，不管是包含私校公保的坚韧老师，例如说我们经过学院请了这个任何一个公立学校或私立学校具有公保身份的教师或者是职员来兼课的时候呢，我们其实是不用帮他参加所谓的劳工保险的。好，也就是说他原来就有公保跟公保的保障。好，那么另外呢，我们的老师里面呢还有很多都是属于这个所谓的有农保或者是渔保身份。农保跟渔保身份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他按照劳动基准法来讲，他是不会说排除参加劳工保险，但他有一个很特别的规定，如果全年参加劳工保险在181天以上的时候呢，农渔保会强制被对他退保。所以这个地方在我们实务上面呢，我们人事室也有的时候啊，我不敢讲经常会接到具有农渔保老师来跟我们说，因为你把我投保这个所谓的全月投保，因为18周两学期下来的时候一定会超过181天，那他在这个地方他的所谓的农渔保就会强制退保，他将来还要重新加保。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时候，我们也配合这些老师去做所谓的逐日加退保的一个情况，也让他不会产生所谓的超过181天的这个困扰。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刚刚林博一主任说坚韧老师是所谓的最弱势一群，这句话呢我个人认为也不见得是完全的一个道理。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这个坚韧老师里面呢，除了具有所谓的公保、劳保、渔保、军保的身份以外呢，还有一部分是所谓的技职教师，特别是我们技专院校技职教师。这些技职教师其实他在业界都可以说是有相当成就了，他才能透过所谓的技职教师的聘任进到学校里面来。那么事实上我们也很倚重他，这些成员呢，他在所谓的业界的薪水，他绝对是甚至高过我们这个所谓的专任老师待遇的。好，我想时间的关系，我就先报告到这边，如果有机会我再进行第二轮的发言，谢谢。好，那我们还是继续哈，我们请这个全国教师工会总联合会的政策部主任罗德水罗主任。主席，各位先进，我想在立法院修法以前，就是我们的私校老师还不能领取公保年金的时候，我们曾经讲说我们的私校老师是年金孤儿嘛。那诚如刚才林博一所讲的，我觉得我们的大专的兼任老师他的处境真的是比私校老师还惨。那如果按照水老师刚才讲的，我觉得可以精确一点讲，那把这个兼任老师当作全职工作在做的这种兼任老师，那铁定是最惨的，这个绝对没有问题。兼任老师当然有很多种形态，所以我觉得教育部应该要去公布这个数据，到底现在有多少把这个专职兼任的大专的兼任老师到底有多少人，因为他们做的根本就是全职工作，却只能领取钟点费，
然后也不是用劳基法，也不是用教师法，等于所有的安全保障它都是被遗漏掉。所以这些监任老师不论是请假、待遇、聘约、劳健保、退休金，全部都是面临严重的这种歧视跟差别待遇。我觉得我们应该去正视。教育部过去几年，我们的高教现场现在就是一个 M 型化的现场。我觉得我们花太多生命在关注那个 M 型化的另外一侧，就是那些双薪的，我们也没有改。然后为了奖励什么优秀学者，我们还寄出很多弹性薪资方案，但是对这一群兼任老师却，我觉得是这个态度真的是太消极了。这兼任老师本来应该当作学校的补充能力，但是现在却变成几乎是一比一的这种比例。大家刚才已经讲了，主要的原因当然是节省成本，所以本来是补充能力，现在变成节省成本的工具。我们的高教扩充是从过去二十年，从大概二十年前开始的。二十年前的专任老师，我查了一下数据，31000多人，31200人左右。到今年有48000人，增加1.55倍。但是兼任老师84学年度，就是二十年前我们的高教开始扩充的那一个时间点，才22000人，增加了整整2倍，现在是46000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已经是不但严重的影响这种兼任老师的权益，也影响学生的受教品质。那这个其实反映了我们的整个劳动市场是日益弹性化的这样子的现实，它也在学校体系里面发生了，也反映了我们的二十年的这种高教扩充政策是很有问题的。就是刚才陈正亮所讲的，就是我们的资源没有同步的扩充，所以让兼任老师这个本来应该当作是高教替代能力的，变成是支撑整个高教学校这种教育的一个主力。我觉得这个是应该要亟待修正的。那你回到这种劳基法的这个立法意志，它是保障最低劳动标准，所以其实很多工会本来都是主张所有的雇佣关系一体适用劳基法的。我们全教总也是认为所有的教育人员都应该纳入劳基法的基本保障。那兼任大专兼任老师就是其中最惨，他更应该纳入。那你看一下劳基法第3条，其实就是要去指明到底哪里挚爱难行。如果没有挚爱难行，因为教育部所提的那些理由其实是在我们主工会的过程都提过了，包括老师是专业工作者什么这些问题都已经提过了。如果那些理由成立，立法院也不用修正工会法，我们也不用主工会。所以那些理由其实是改到放到现在这个劳基法这个脉络是一模一样的。那既然劳动部也已经有逐一做出解释，我是觉得教育部应该回过头来再去针对劳动部的解释再去做出到底哪里挚爱难行。那如果没有挚爱难行，我是觉得立法院应该要责成劳动部就修正这个行业表，把大学兼任老师就把这个行业从这个行业表拿掉，我觉得就可以适用了。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子解决，应该是会比较好的。好，谢谢。好，下一位我们继续请我们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我们的助理教授张新龙。好，可以我来遥控一下。不用。好，好，我有两个身份，第一个是东华大学教师会理事长，第二个身份是劳动法学者。所以我今天有这两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先来看我们学校是怎么来操作这个所谓的兼任教师。事实上第二页好不好。好，事实上这个兼任教师不只是我们所认识的兼任教师，我们学校还有一个所谓的专案教师。那个我讲教育部很清楚，这两个都是从这个所谓的校务基金里面所谓的禁用校务基金禁用人员，好，禁用人员都不是教育人员任用法里面的，也不是公法上面的教师。那这个学校怎么操作呢？我们知道这个我学校有他的员额有639人，事实上学校没有聘到639人，只聘了469。那剩余的这172人呢？为什么不聘呢？好，那教育部不管了，他说你假如不聘的员额是可以1:3的比例呢来聘兼任教师。好，
所以他不只聘了兼任教师。你看，在一百零在目前就去年104年，好，现在104年的预算表里面写，他兼任教师呢是聘188人。可事实上，他不是只来聘兼任教师，他也聘了所谓的专案教师。什么是专案教师？我们也很清楚，他跟兼任教师就差在他也是属于这种所谓的雇佣的约聘的约用的教师，差在他只是全职的，全职的。好，可是呢，他也只有一年一聘的。好，那这样子的身份很不安定的。那当然，他也有所谓的助理教授级的、讲师级的。那只有助理教授级呢，才有比照专案所以什么正式的专任教师的薪资。那这个专案讲师呢，没有，所以学校呢就用专案讲师这个名义呢，聘任的大部分的是属于语文，然后还有体育科系的，好，这些老师本来这些老师应该是也是属于专职的聘任的，那因为他们没有博士学位而已，好，所以这种为了这种学历上面的差别待遇呢，就不把他聘为专职的，那拿出来就用专案讲师。啊，那专案讲师呢？一年一聘，那不听话的话，我就停聘你。有些学校呢，真的是这样子来操作的。那我学校呢，当然一直在聘，已经有人十几年了，好，已经十几年了。好，那我们讲先看这样子的聘任方式。事实上，这样的比例哈，在我们预算书显示是2:1啦。那我们说，我们调查是1:1啦，所以这是隐藏在这里面，到底用了多少？我们看不到，因为预算书上面他每年写的都一样的数字，因为这个数字是教育部我们立法院同意他的预算的金额的计算方法。好，那我们104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188，那103的时候呢，他以前编列的是274，表示说我们去年有至少100个人被停聘了，哦，兼任教师停聘，一个学期间停聘了100人，那这样的情形没有人知道。好，数字可以跟我们讲，哈，这严重性有多少？哈，好，那我们再下一页。那这样操作呢？事实上，教育部呢是把这个不是编制内的教师啊，非编制内教师呢，用所谓的校务基金呢，计用人员，哈，那用人员有三类。教学、研究和行政人员。那教学这类呢，目前为止教学只有教学这一类呢不适用劳基法。那教学这类呢又被伪装成叫做临时人员，因为我们的这个教师法里面的编制啊，只有刚才那个正式的编制。那正式的编制你就不能用临时人员。好，那这个正式的编制为了要这个减少这个支出，我们刚才讲挪出一部分的正式编制人员去聘用这个临时人员。好。那这样子用这种伪装的，他本来就应该用正式人员。那所以现在我们为什么那么多？现在有学校已经人事冻结了，至少好几年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新任的这些从国外回来也好，或国内的博士学位取得博士学位的这些人没办法进入学校。好，那所谓的我们的中小学有流浪教师，我们大学有流浪博士啊，相当多。所以现在的兼任就由这些人。都在担任，这些流浪博士在担任。好，那它是一个临时性的吗？好，那等一下我来讲的，从那个劳动法的发现，我们第二次再来发言哈。那这个它是临时性的吗？我们怀疑一个教学如果是临时性的，那这个学校是不是随时都可以关门了？是不是？好，那我先把东华的这个问题先跟各位报告，我们下一回我再从劳动法的角度哈来分析，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继续请这个台南应用科技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我们的蔡依林。主席哦，各位先进，那个倘若呢，那个倘若呢，今天各位可以用20000块哦，就可以聘用一个，原来你必须要花上60000块以上才能够聘任的一位人员，请问你要花20000块聘一个员工，还是要花60000块以上聘一个员工？我想答案很清楚。而且呢，这个员工呢怎么样？不但低薪呢，以前还没有劳保，以前还没有健保，生病了不曾放假，不曾请假，就连要怀孕生小孩，我的小孩在后面没有产假。那么这个员工呢，
不要说年终奖金哈，一般的员工的薪水呢，加年终以一年13.5个月来计的话，这个员工一年只领9个月的薪水，而且呢，每年的这3个月的无薪假放完之后呢，他就会自己乖乖的回到公司报到上班，再乖乖的把事情做好。这么好的员工，如果在座的各位您是老板，您要聘请吗？哦，不仅如此，而且这样子的员工呢，啊，高矮胖瘦都有，比方说本人就是胖的啦。那但是呢，哎，本土博士也有，留洋博士也有哦。哦，任君挑选。什么叫做高学历高素质？就是被欺负了。被老板欺负了也不太有怨言，那顶多呢就是默默的，就是啊离开了这一个行业。但今天这份工作有人做了9年，就是我，有人做了13年，就是后面的我的先生，太难想象了吧？对呀、啊，非常的难想象。诸位，台湾目前的非典劳动就是这样，包括大学兼任老师在内的。非典劳动就是这样，大学老师当然不是最惨的，但是也完全好不到哪里去。今天呢，公听会有个题目呢，告诉我们说，哎，我们来讨论一下，把兼任呢纳入劳基法适用呢，要多花多少钱？为什么不问一问兼任在这过去帮学校省了多少钱 ？OK， 那。这更不用说呢。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呢，如果有一些私立学校愿意给自己的那个钟点费的所谓的兼任老师呢，跟比较公立一样的钟点费，哎，还可以再另外跟教育部补助，要一个另外的补助。这很奇怪的道理，就你做错事，你还可以跟国家拿到补助，哦，那怎么办呢？哦，那我们呢，大概会认为说，其实政府部门就应该要禁止各行各业的非典劳动，包括大学兼任老师在内。嗯，如果做不到，如果暂时现在做不到，至少呢，要对于包括兼任在内的非典劳动者提供怎么样基本的劳动保障权益。刚刚呢，我就在后面就有听到呢，可能是在讨论这一个议题，学术性的讨论这个议题的时候，就谈了一个逻辑的问题，就说，哎，其实专任老师都没有适用劳基法，那为什么兼任老师要适用劳基法？我们今天非常非常简单来问各位在座的专任老师，请问你们会反对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吗？你们会反对吗？各位专任老师，是啊。我们的专任老师不会反对的，是不是？对，所以呢，这么做就是把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这么做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保障兼任老师的基本劳动权益，也是怎么样？为了保障专任的老师们。为什么呢？为了防止这一些专任的教职进一步的再沦陷为兼任工作。所以这事实上是对于专任老师是有保障的。那其次呢，好像有一种看法是觉得说啊，因为现在少子女化的问题呢，那教职在萎缩啊，这其实很简单，就问我就好了。我的学校呢，一个学期或一个学年呢，给我多少的学分间？我想，如果这位就在座的先进是非常了解高教状况的，你们猜我们学校给我几个学分间？一个学期是10学分。按照学校的聘书呢，一个专任的助理教授在不超钟点的状况底下，一个学期是兼一个学期是开9学分的课。我开10学分，专任老师开9学分。请问我是专还是兼？好，再来，那你会说，哎呀，那个兼老师大多数是临时人员吗？那你可能短期之间有这样的工作需要。那很简单，打开我的聘书来看一看呢，我这种情况持续几年了。我已经教了9年的兼任，我在这个学校已经开了3年以上所谓的兼任的课，可是我每个学期平均就是8到10学分。请问我是兼任吗？请问我是临时人员吗？谢谢，以上发言。好，谢谢。下一位，我们继续请政治大学法律系我们助理教授林良荣。
向各位报告哈，我们第一轮发言结束以后，我们就请这个行政部门的来回复。那我们希望教育部还有劳动部哦，能够待会儿回复的时候针对重点啊，请教育部回答说到底有没有挚爱难行，挚爱难行之处在哪里啊？那我们也希望应该要去估算一下啊，虽然过去的兼任已经替学校省下很多钱，但未来到底又要花多少的钱？这些钱难道真的是这个高到学校没有办法负担吗？还是学校只是不愿意而已哈？那我们待会儿请行政部门回答。接下来我们委员有登记发言吗？好，好，那我们先待会儿再让委员来登记发言的来发言。那我们先请林良荣林老师。谢谢主席哈，以及各位亲大家好哈，那很高兴哈受邀哈，那就简单的一个心得哈跟各位分享。那其实刚才主席有讲说要请那个教育部那边说明之后哈，那我们再做第二轮的发言哈。那其实我还想说，那我应该到第二轮去哈，对不对？应该等教育部到底就是说什么样的一个情形是不能适用哈。OK 哈，那其实呢，我早上在想说，我想说到底教育部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立场哈，就是说具体的问题在哪里哈？因为劳动部的说明里面已经很清楚了，是认为说适用上是可以接受的。好，那教育部的问题呢，就是说那这里有很多的一些自然难行哈，那我们想说到底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哈？应该是具体提出来，那这样的话一个讨论一个互动会比较意义哈。那其实呢，整个劳基法它的从一开始它的立法以及它劳基法的适用，那特别是它那个行政机关特别是呢它的一个劳基法的一个适用指定范围呢，整个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哈，就是政治问题的哈。那今天就是说从过去我们劳基法的适用的一个范围不断的扩大来看的话，那其实每一次的那个适用扩大呢，都是一个政策形成的过程，其实也就是个政治问题，也就是个政治决定。那今天大学的兼任教师要不要适用劳基法，我认为是完全就是一个政策决定或是一个政治问题这样子。那但是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呢？就是说为什么在适用过程大学兼任会有这么样子难的一个问题？那么 我个人是觉得是说整个就是说是台湾战后以来呢，整个对于这个在公教人员那以及大学的教师那还有广义来讲，应该是说整个大学的校园劳动政策呢非常不明确的一个过程的一个结果。那么我觉得其实很多国家大部分都有部分公司的劳工的一个立法，在日本也有，在德国也有，那其实台湾没有。那其实兼任大学兼任教师呢，其实呢会以部分公司的一个这样的政策是有关的。那其实呢从过去不只是大学教师，包括大学里面工作者，包括兼任助理，其实呢都跟部分的公司劳工保护呢这个政策有关。那么另外呢就是说从身份来讲，那么呢教师呢他作为一个大学的一个工作者，那到底他的一个身份范围适用是什么？我认为说这两个部分呢其实我认为是造成一个今天一个比较大争议问题。那到底说大学兼任教师，你兼任这样的部分公司呢，到底在劳动法上如何保护？那么你作为大学兼任的教师，这个教师呢在大学里面呢，那么呢在从就是说一个学校里面的老师，他到底是公务人员呢还是劳工人？我觉得这个方面的政策呢不是很清楚。那么我是觉得说应该是我认为了劳动部如果说认为是大学兼任教师是可以来适用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几个问题是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呢大学兼任教师呢那么跟其他的大学的一个兼任的一个工作者呢，这个问题呢整体的政策是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呢，实际上呢，就是说，在从那个学校的一个教师来看的话，私立学校的教师呢，他的实质雇主是谁？哈，那另外呢，就是说呢，在对于整体的一个大学的一个工作里面的一个政策哈，劳动政策呢，那个我觉得劳动部的立场是什么？哈，我觉得以下我这几个都会跟这前面的这些整体政策有关哈。那么我是觉得说，在整个那个台湾的一个教育的劳动者里面来看，有两个面向，
一个是呢跟教育法令有关的，一个是跟劳动法令有关的。那其实过去呢，致使呢 教育法令呢是比较优越哈，那劳动法令呢是比较边缘或是弱势。那在很多的教育法令里面呢，本来呢是应该是规范的是教学研究这方面性质的工作，但是有很多呢你会看到它呢是呢跟实际上的那个教师的劳动的给付呢劳动关系是有关的哈。那这边演变成是说呢，教育部呢它比较优越的哈，去呢支配了整个呢大学工作者哈，包括教师、兼任助理在内呢的一个相关的教学研究乃至劳动关系。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呢也会跟那个整体的，就是台湾呢战后以来呢，教师呢到底是不是劳工，那到底他是不是被视为公务员？好，我觉得这个部分呢，其实也是会有关联哈。例如说，过去在私立大学的教师里面，在适用年纪那部分哈，或者是说在适用就是那个公教人员保险那个部分哈。那么我是觉得说，这里呢，就是会有一个为难，就是说到底我们呢？就是说，为什么私立大学的老师哈，那么呢，他在原来的劳动关系上面哦，就是说，到底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去跟公立大学教师有做相当的平等的一个对待的一个保护吗？好，所以说呢，一直希望说能够呢，是透过一个具有这样子的一个公保的身份里面呢，来做立法保护。但是呢，其实在很多国家哈，那立法的政策是不一样的。像日本来讲，那日本的话，不只是私立大学完全适用劳基法。国立大学也是啊，好，国立大学在法人化之后，国立大学也是适用劳基法。那么国立大学的老师都可以适用劳基法了，那为什么我就不晓得说，为什么我们私立大学的老师为什么不适用劳基法？为什么我们私立大学、国立大学兼任老师不能适用劳基法？好，那就我就是政策问题。那在德国的话，他 的教师呢，基本上兼任教师呢，并不认为是一般劳工。好，所以他们呢也没有所谓这样子一般劳工的一个法令的一个适用，但是呢德国呢的一个就是说他的兼任教师呢非常非常少，好，非常非常少。那这几年来已经稍微增加了，可是增加之后，很多德国工会在批判说，那既然已经开始增加了那个兼任教师了，为什么不赶快去做一些这兼任教师的一个立法的保护呢？好，这个德国工会也很多批判哈。那么我是觉得说，那到底那台湾的一个在就是说。大学工作者的劳动政策是什么？我就觉得说这个部分的图像不是很清楚。那么我是以下有几个建议的哈，我认为说呢，这个在那个如果说是要适用劳基法的话，我觉得将来政策上应该说明说到底什么是兼任，好，兼任的定义是什么哈。那另外呢，就是说劳基法可能有了适用的争议哈，在工资、工时、解雇还有职灾、母性保护上面，我觉得这几个是会比较任何，我觉得劳动部可以提出一个对于教育部呢有异议这方面的政策的一个对应哈。那另外呢，我是觉得说在这个适用劳基法之后哈，其实呢问题还。没有那么简单哈，这其实呢，它会跟很多的社会保险、社会法令呢，事实上是有联动的哈。那我就觉得说，这个部分此外还有那个集体劳动关系哈，那我是觉得说，应该是一并的整体来考虑的哈。那有关就是社会保障这个部分呢，我是认为说应该呢去就是跟公务员那部分呢应该理清楚，到底呢兼任教师呢在社会保险里面呢哈，它的适用的争议在哪里哈？那另外集体的部分，我认为应该是全面适用哈，就是说。兼任教师里面的话，这集体劳动关系呢，哈，应该是全面的开放，哦，那么我是觉得说这个部分哈，希望说，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那个大学兼任教师的部分哈，那么呢，对一个整体的一个政策的图像呢，我是希望呢，劳动部呢能够有一个更积极的作为，因为只有劳动部非常的具体的说出一个大学兼任教师的一个保护的时候，我是觉得才有办法去说服教育部，因为教育部过去以来呢，他在政策的一个承载上面呢，他就一直是把一个公教呢挂在一起，这样来思考，那没有这样变成说他们在一个政策转变上面呢，有可能是非常困扰或非常不容易，或者是会很多地方担心的地方。那么我觉得劳动政策如果是有比较有利的证明的话，好，或者有利的说明，我觉得可能可以免除这一部分呢政治上自然难行。以上，谢谢。好，下一位我们就请这个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我们的徐文，兼了13年吗？哈，你太太说的。对，那我抱歉，我程序问题我再讲一下哈。我们大概第一轮就发言到这里，待会我们请行政部门回应以后，我们第二轮呢就开始这样子，再继续第二轮。好，来。大家好，在我有几点意见，在讲这几点意见的时候，先把我自己的状况讲清楚哈。我现在一个礼拜平均授课超过20个小时。在5间大专院校里面，
都是兼任，没有专任，也没有在外的兼职。而在台湾，像我这样的人不是个案，将近10000个，在全台湾160所大专院校里面，当然我兼到超过20个，很多人兼不到这个程度。兼不到这个程度的生活情况是怎么样呢？先看我的生活情况，我20个小时以上一个礼拜，通勤，因为要跨县市，所以10个小时以上一个礼拜，每个月，因为只有9个月有收入。所以虽然钟点费看起来一个月加起来有5-6万块，可是事实上有3个月是没有收入的，就不要讲年终，年终我从来没见过，也没有见过所谓的绩效啊。那所以呢，事实上如果平均到各月份里面，我只有4万出头。但是不要忘记，我刚才10个小时的通勤，还包括一天的夜宿，因为我实在不可能啊，天天都像超人一样飞回家，因为在外县市，所以我必须住宿。住宿加交通，一个月要扣掉13000到14000左右，然后看这个有没有最便宜的房子的房间。如果比较贵的房间，那我就必须多支出。好，所以扣掉这些东西之后，不到这4万出头的这个收入啊，实质可支配所得一个月可能只有3万出头。这是实情，这是实情，而且是一个兼了超过20个小时以后才有的啊经济处境。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到底老师是不是工人？我们从现象上来讲，欧美日哪一个国家没有教师工会？大教授都支持工会了，搞不好在座的很多在国外拿 PhD 的，你们的指导老师都是工会的成员。你现在跟我讲啊，不能组工会，凭什么？好，第二个，从知识跟人力资源的生产来讲，我们当然是一个劳动者，我们当然是一个劳动者。第三，行政权独大的今天，在整个高教的情境下，尤其法人化推动之后，你知道老师的自主权剩多少？专任老师都不多了，你觉得兼任老师还有多少？好，说什么教学自主权？讲难听一点，我明年开什么课都不一定能过。我们连开什么课，我们要创一个新课名都不一定能过。所以像这些东西，我们都只能顺着，哎，有专任老师有开过这类似的课。哎，我想试着开开看，只能这样啊。什么叫教学自主权？啊，我当然希望有教学自主权，但现状不乐观啊。好，第四个，刚才讲我们内涵很多不同的劳动备课啊、批改、讨论、回复，还有通勤。那通勤刚才讲过了，备课哦，我自己。平均2年到3年要更新我的这个教材，只是小规模更新啊。那文史哲更新的速度啊，的确也不需要那么快啊。但是呢，这些事情不是都不用做的，不是说现在是有 Google 的时代，你不可能再像40年前我讲的这个不客气一点，我们的老师辈，他只要读过5本原文书，台湾图书馆找不到，他可以吃一辈子。现在不是这个时代，学生随便 Google 都可以打你的脸。你要站在那个讲台上，你要有办法站着，可以跟他引导他的知识，你就必须准备的比他更多。这是现在的情况，所以备课几乎我可以说是每个礼拜都在备，因为你随便上网查一些东西，看到一些新的关键字，马上你就必须继续看，这些都很难去算工时的。好，批改作业就不用讲哈，讨论回复这些东西是几乎每天都在课堂上进行，因为我根本没有时间去。操作每一个学校非常精心设计的所有的那个电子化的那个数位的那个什么啊讨论啊什么要组织讨论区，然后再弄一个。我有5个学校，我有10个班，我这样弄下去，我比陶晶莹还累。陶晶莹一个月收入多少？最后不是第五个哈，订法条的时候，教育部说订了8个有关兼任老师的，我不知道全台湾有哪一个兼任老师在订这个法条的时候被咨询过。至少高教工会所掌握的所有会员里面，没有半个人被咨询过，他就定出来了，真奇怪，定我们的命运不告诉我们啊。然后第六个是啊，现在说啊，哥你可以放啊，产假嘛，丧假嘛，人之常情嘛。请问你没有区域性的跨区或跨校的人力协调机制，比方说同类型课程的老师的那个 list 建立人才库，然后。各个教学内容做一些由更后端的，比如说学校或者教育部来出面来整合协调。你说我怎么敢请假？
我请个假，谁能接手？刚才不是教育之前不是说教育部说我们劳动有特殊性嘛？这就是特殊性，可不可以技术解决？可以啊，你不做嘛，你不做当然就没有办法解决啊。哦、第七，续不续聘的问题，刚才林博仪啊老师已经讲过了，好、哦，这个我就不再重复。第八，劳基法的确我也同意，铁板一块。所有劳动处境啊，具体状况实在是不一样。我赞成把劳基法修好，修得更好，更有利于劳工 追求他的尊严跟权利。但是在此之前，先搞清楚我们老师就是劳工，先把我们纳入这个圈子里面，否则我们永远进不了圈子讨论事情。好，然后第九啊，就是刚才讲的，纯兼任事实上有将近一万名。刚才有一些啊，就是像水老师所补充的那些什么夜师啊，哦，甚至有军职的，像什么退休教官啊，又来兼课开课的，像这种情况，当然不在于这八千个啊，将近一万个人里面。好，哦，那这已经将近一万个了，哦，那所以这个已经不是少数人的事情。哦，最后啊，我因为自己在交大教课，我知道那个在座有这个教育部的官员哈，请注意哈。哦交通大学他在报劳强制报劳健保这件事情，他是采取报备制而不是强制制，就是说你要我帮你报，你不要那我就当作没有，请教育部了解一下，谢谢。刚刚听了这个我们徐伟徐老师啊，听起来还蛮令人难过的。我记得我以前啊，我们的长辈都跟我们说，你一定要好好念书啊，否则像我们一样当工人啊，会蛮悲惨的。感觉工人好像应该很悲惨。可是刚刚听一下，他兼了20个学分，然后5间大学10个班，通勤10个小时一周，然后还有外宿，实质薪资大概可支配的大概剩下3万多元。我想有一些劳工哈，可能比你们还要。好，劳动条件可能比你们好了，这样相较之下，所以本来以为只有工人会有做有薪水，没做没薪水。本来以为我们在讲说这个部分工时的人哈，这个人家假日放的是有薪假，部分工时放的是无薪假，以为这种穷忙是只有蓝领阶级，那没想到就是说，受过最好的教育的人，然后甚至还有留学回来的人，这些高级知识分子，然后到大学要替我们养成我们的大学的专业人员的这一些老师，竟然处境是这么的悲惨哦，那看起来，很多学校像公立学校都还是有缺不补，然后把那个。缺和那些钱哦，拿去请更多的这个弹性劳动的老师哦。那本来我们以为教育这个商品化、市场化以后，没有想到他们还想要再更 cost down。cost down 的基础就是，当然是从这个教员身上去这样子苛刻哦。所以听起来像是很多问题很多，我蛮。当这个兼任跟专任是1:1的比例的时候，我觉得教育部真的是责无旁贷。只可惜今天啊，主政的人大概因为这个要下台了哈，也没有心了哈。但是我想，我们这一些这个这个事务官哈，应该是秉于专业，然后也秉于这个政府的连续和一贯性哦，也应该要更责无旁贷的要扛起这样的一个这个责任和规划。那等到520之后，我想我们还要再排一次的这个专案报告，在我们这个劳动部门里面请新的劳动部部长哈，然后就这样的一个议题，我们要再排一次的专案报告。那教育部也责无旁贷要扛起来，那是不是就大家讲了很多，到底挚爱难行之处在哪里啊？是不是真的挚爱难行？那我们希望教育部哈，不要这个回避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先请劳动部来回答了。劳动部对于你们历次的协调，然后他们认为挚爱难行的地方，就劳动部的见解，是不是先行说明，然后再请我们教育部再继续这个就劳动部的说明上再继续讨论这样子，是不是先请我们劳动部来？谢司长。主席、各位与会先进，大家午安啊、哦！其实非常感谢主席有安排这样的公听会。的确，就正如大家知道，
劳动基准法是规范劳动条件的最低最低的一个标准，所以其实所有在提供从事劳动形态的一个工作者，就劳动部立场，我们都希望他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也正如大家提到的，劳动基准法有人说它是一部恶法，也有人说它是一个大家都认为它是最低的标准，但是又希望大家都适用劳动基准法。但是事实上各个行业360行，各行业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辛苦，各行业的工作太阳，所以事实上要让每一个行业要都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的确是需要逐步渐进的。所以劳动部一直以来一直也是用采逐业逐类一项一项的来解决相关行业的问题，让它能够适用劳动基准法。教育服务业其考量到老师很辛苦，我们也非常尊重老师，也考量到学生受教的权益，所以一直以来一直在跟从98年以来吧，就一直持续在沟通，我们希望劳基法修的能够让各行各业能够适用，也希望能够兼顾到学生的受教权，也不希望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希望尊重到老师的权益。就像刚刚大家知道的，医师也是有专业的。那当然就老，就重点讲一下。好，所以我现在就这边要，这边就劳动部的立场啊，我们当然就是会一直在跟教育部在沟通。为什么？刚刚去年开过的会，也一直将各界对于劳基法的适用上有异议的地方，我们逐项逐项的来解释来聊，让刚刚有先进有提到，我们去年开会的时候就他们有提出来的问题，我们适用劳动基准法上面的，我们逐项逐项来说明，也希望让那个老师能够那个有一些相关的保障。但是因为目前大家知道编制内老师有教师法的保障，编制外兼任的老师不适用教师法，所以我们为什么，这是我们现在的在跟教育部沟通的地方，是说到底在教师法规范给予保障，还是要在劳动基准法的部分给予保障。我们希望寻求一个一定要有对于那个兼任教师的一个劳动权益一定要有保障，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持续在努力的方向。抱歉司长，我很不想打断你，你可不可以就这个教育部的说明里面说，这个教学工作的指挥权监督密度是和一般劳雇关系不同，有无不同，那教师有享有教学自主权，所以那没有办法有从属关系，到底有没有，那这个选教育部所讲主张的这个选课情形将影响兼任教师的授课与否，以及这个请假所宜课务等等啦，他们所提出来的认为自然难行之处，你可不可以就劳动部现行的研究跟这个法条法案的这个法条上的适用上有到底有无真正的自然难行之处，是不是？我可以请那个我们另外劳动，对，就他的从属性他的雇佣关系的部分做一个说明。不只是从属性，就教育部认为他不能适任不能适用不能适用的那些相关的主张，那你们是不是可以提一个说明？谢主席，我这边就从属性的部分基本上今天下午刚刚讨论那么多，基本上雇佣关系的认定还是回归到所谓的从属性，有人格、经济跟组织从属性。那一般的劳动关系上面，越专业的劳务提供者，他的人格从属性会比较薄弱，但是经济从属性他会呈现出来，就是他的劳务对价，他的那个薪资的给付是依着他的劳务多寡的对价。那简单来讲，如果在大学的校园里面，专任教师跟兼任教师，他的其实劳务过程是相当的，指挥监督是相当的，只有时数不同，基本上专任教师是受雇者，兼任教师当然也会是受雇者。简单来讲，好，那从属性没有问题了。那他们认为开课成功与否会试射到他的就业权吗？是不是教育部所主张的？好，那这样子好了，我们是不是还是让教育部先来讲一下好了，他认为自爱难行之处在哪里，那麻烦你们先回座好了。教育部是不是来讲主张一下，你们为什么迟迟不愿意同意兼任教师直接适用纳入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保障啊？你们认为自爱难行之处在哪里？
主席还有各位与会的这个先进哈，教育部来做一个简要的报告。那是请主席容许我先做一个开场哈。第一个基本立场哈，刚刚特别询问徐老师的，您这个新闻上有报道您的那个过程，我在家里有看到了哈，在台南看的啊。那么对我的朋友也有专门做兼任老师的，说也有了哈。那我也会请教他这个教学的困境。那基本上我认为就是说，不管兼任老师的人数多寡，只要是在这个职场上有这样的类型的人力出现，必然就是有他相当要给予保障的权利嘛。啊，特别我们教师法里面，虽然刚刚有先进讲到说教师法是规范的是专任的，其实在他的负责第35条就提到了兼任的。包括他的资格的认定，以及第二项啊，他的权利义务啊，就由教育部来定制啊。所以教育部才103年定了哈，老实讲稍微慢了，稍微慢了，这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了。那么这也是各方啊团体要求，那我们就加步来做了哈。那至于说怎么样一个做一个适当合理的权利保障啊，啊，就是要合理适当了哈。啊，怎么样一个做一个合理适当的保障？是在哪一个方面、哪一个法来做？是在教师法里面做好呢，还是到劳基法里面来做？是可以讨论的啦，可以讨论。不过因为站在这部，因为教师法，可先前他大概就意见了，有关承认兼任教师这种工作形态是存在的，才会在负责赋予定办法，办法就是法规命令，啊，就会法这个必须送到立法院来备查的。所以才赋予这个形态，然后才权利要特别定定，啊，那如果相关他的权利怎么保障，应该是在这个办法里面。那当然，刚刚博仪兄啊也提到说，寥寥8条，扩前扩尾啊，剩下6条，还能干什么了，啊，哈？那么我们承认了，啊，哈，如果真的有不足的，是应该去补足它，啊，可以补足它。像这次那个，当然那个有关教师那个兼任教师产假的部分了，啊，产假部分。虽然我们里面权利有说依法令其他法令可以享有的权利保障，那么当然我们有工会也发现说，哎，欸，产假可以请啊，但是呢，哦，有钱要不？好，啊，像没有钱了，啊。我们回过相关法令，因为性工法是规定依相关法令有没有薪嘛，哈，啊，回去找啊，真的找不到。那么真的是觉得说，哎，欸，那这样不对啊，啊，是因为站在一个保护母体的立场，任何一个母亲生了小孩之后要身体复原，不管他在哪一个职场来做哪一种类型的工作，必然就要给他足够充分的时间去休养生息。母亲的身体健康才是国力展现。好，我们是基本上认为，所以我们说，哎，欸，对啊，真的，人家就主张这样是对啦。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去强化兼任办法的处理啦。那因为在教师的这个教学规范体系，教师有教师的这个人事法的一些法令规制啊，是一套的体系在做，也是历来也运行有年了哈。那到底是在教师法里面的相关规范比较好？刚刚好像有老师也提到嘛哈，要不要考虑一下？那么因为还要考虑到我教师人事的体系都是在部分都是有从事教学工作，是不是在大家都有从事教学工作下，在同一个完整自己的体系里面去解决相关问题啊？只要能够保障他的权益嘛，啊，那么。那教师法当然有规范到专任的老师，包括公司立都有编制内的专任老师的啊。那么当然后来有兼任的，当然后来又演变出刚刚有老师提的专任老师，那是编制外的专任，那是全职的老师啊。一般专任老师啊，像公立学校就是那个校务基金禁用的，私校也有专任老师啊。一般他们大概都全职都比照他们自己专任的啦，正式的哈，啊。那就是兼任的部分，因为他是授权特别。这个教师法特别授权在法规命令里面，啊，来定，那我们觉得说如果不周全的是可以在兼任办法里面做补充，甚至觉得说这个权利非常重要，啊，放在法规命令不足以凸显它的重要性，一放在法律里面，啊，那我们愿意在教师法里面的考量怎么把它强化掉，也可以强化，啊，所以但是我们在讨论
的确，刚刚谢处长有提啊，因为我们这也跟劳动部请教相关权利，到底这中间适用劳基法？处长，抱歉，我打搅你哦。刚才的老师发言了，一个人都五分钟了，要讲重点。但我不是，你看我都没有给你计时，我是希望你们给你们更多的时间，充分的将刚才大家所提的疑问，你好好的有诚意的向大家说明自爱难行之处。可是你今天呢，刚刚讲已经超过了六七分钟了，抱歉。结果你今天还跟我们讲说，哎，放教师法也可以，劳基法也可以讨论了，但是我们希望同意。一个体系啦，所以放在教师法里面，所以我们定什么办法？光是讲这样你就讲七分钟了。我在跟你讲说，我因为你们代呼职责很久，人家跟你反映好多年了，你还在这里打太极拳、关枪关掉，你可不可以直接 回答我们？如果你做不出来，你的法也不愿意变革，那么我们要直接适用劳基法。你认为自爱难行之处在哪里？如果没有的话，如果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就认为。劳动部都主张可以放到适用劳基法的范畴，所以我们大家要往这个方向推了。你现在又跟我们打回来说，放在教师法里面再定一个办法，再修正的更好。这个在这里绕圈子是没有用的。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们刚才老师所讲的这些问题？那你们这份教育部的说明里面所举的理由，你们到底是同不同意要适用劳基法啦？我们今天讨论是要适用劳基法，适用劳基法，你自爱难行之处在哪里？请你回答。是，谢谢主席。那么，因为刚刚有劳动部有提到适用劳基法，它的适用关系、劳动关系是怎么成立？什么？那至于说兼任教师啊，哈、啊，跟学校之间的啊的这个关系啊，啊，有一论是说，因为这也是各个学校反映给我们说，他在如果要适用劳基法，可能要提请解释，就是说到底是委任关系还是雇用关系了。如果是属于劳基法适用，大概是劳动关系 要有指挥监督密度很高的雇用关系存在。但是兼任老师跟学校之间，因为兼任老师照我们的兼任法，他是部分时间在从事教学工作了，所以其他的行政工作是拒绝，可以拒绝的。也就是说，其他专任的老师啊，他是负责的是教学、研究、辅导服务。那么我们在那个对兼任老师的这个课余的企业义务啊，就是。教学工作了，当然教学工作会范围包括到很广了，包括备课，包括批改作业。那么在适用劳基法的这种劳动关系，就会牵涉到底有没有从属性。那么但是老师兼任老师在教学这个部分是教学自主，就是无论是四至第三八零教学自由，或者我们的一相关法令规定，说在法令范围内要享有教学自主。教学自主包括他的教学的方式、内容、教材、评量方式都是自主，学校无法干涉。所以我就也问过我那个朋友说，啊，你有没有受过干涉了？没有，就是完全他自己决定怎么教，啊，那如果是这样表示，他的人格从属性是相当低了，那这样还能不能认为具有劳动关系呀？啊，那进一步能不能来适用劳基法？这是可能要再厘清了。那另外就是，如果进入了劳动关系呀，哈，适用劳基法，至于中间刚刚是到底是应该用部分工时的。立场来看待，还是用全职工时的看待？那进入之后啊，那些工时怎么算？那个老师是备课的，那备课的到底是多久前他要算工时开始？那之后改学生的作业到什么时候结束？这工还包括延长工时怎么看？那么劳基法里面规定的是说，雇主要备那个差勤表啊，要记录到分啊。那这个老师的这种工作形态到底怎么去认证？啊，认证他的工时。再来，适用劳基法有特休假，是在我们那个专任老师是平常是没有休假的，因为他是有全职是寒暑假的，他平常教学是没有什么特休假。那么如果碰到适用劳基法就有特休假，那他特休假怎么去执行？尤其学生在上课，如果要请特休假，这个是老师有没有义务回来还要再补课？还是由学校端呐、啊、再另行的找代课，啊，那个代课的是不是又形成又要适用劳基法，啊，那至于排课，有些学校他这种兼任是刚刚也有提到，如果是站在补充性的人力的话，那补充性他是有时候或者夜师，他在协助学校老师的，那他的这个排课那个下学期到底开得了课，那学生有没有足够来选课？那学校会说学生选不了课，我学校无法控制啊。我怎么去控制说我一定开得了课？即便啊，我了解好像大部分都可以开得了课，但是还是难免会有开不了课的。另外，那个如果说适用了劳基法，必定是有一些啊，如果要解约，我就
十一条或者十二条叫做终止契约，终止契约叫做聘用期间呐、啊、可以解雇的，对不对啊？那要符合十一跟十二嘛，要预告还是不要预告？那这些条件要预告，到底那年资怎么起算？哎，要预告期间。那好啊，那如果适用劳基法，我要终止契约都用十一条跟十二条。那现在教学现场啊，我们像教师法十四条就有列有十四款可以解聘老师的。那十四款到底存不存在啊？那个如果万一教学上碰到性侵的，有性侵记录、性骚记录的，那这个到底要怎么处理？欸、可是他要不是你那个终止契约、预告终止契约十一条、十二条的，是有啊，那如何来处理？啊，那碰到有精神病患的，因为受兼顾到学生的受教权，我们的教师法十四条是说有精神病未痊愈的，是不能当老师要解聘的。那这个碰到这个情况，该怎么去解决了哈？类似的还有公价，比如说有些是有公价的，适用劳基法他说公价怎么说？依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好了，依相关法令办理，适用劳基法没有相关法令规定，兼任老师有公价怎么办呢？啊，类似诸如这些的这个。那个当然，另外一方面啊，当然也是说，当然校方有时候现在的目前的客观环境的经营，也不是说那么理想，特别少子化的冲击啊。那他也无论国立的，大家都看到国立好像大家也都是在苦撑了哈。所以要怎么去找裁员？当然对于这种增加的成本，如果当然是增加的成本负担，该负担还是要负担的啊。但是如果是在这种因为这种特殊的关系之下。该怎么样的能够让他比较可以顺了、啊？恐怕因为学校端了、啊，就是教育部的立场是兼要顾虑到我们的客户，就是教师是我们的客户，学生也是我们要顾虑的对象，校方经营者也是我们要考虑的。怎么样到三方的利害关系人能够了解、充分理解，甚至又要在大学自主的环境之下，怎么去这个让他可以顺利上运作啊？这个恐怕也是我要做进一步思考了。以上我做简要说明。好，谢谢。下一位，我们是请这个劳动部，还是就这个部分？对，他们在讲的就是说这个部分工时啊，延长工时啊，特休怎么休啊，他们都不知道部分工时的人大概权益怎么规范吧？那终止契约要怎么样预告啊？他们不是在讲这些执行层面的？那你就回答我们说，这一些在部分工时适用里面会有困难吗？抱歉，等一下，是，的确，是那个，如果是适用劳动基准法部分工时的，大概我们有个雇用部分工作时间的一个注意事项，大概相关的一个劳基法上面所有的一个价别，大概就依照那个部分工时劳工他提供的每周平均工时去占全时劳工的。譬如说现在目前是一周四十小时的比例可以去计算，那当然有一些像产假，因为母体健康的一个恢复，就产后八周部分工时的话，也是要有八周的一个产后母体健康的一个恢复，大概是先就这样的一个说明。但是有关于那个，其实在如果是适用劳动基准法，当然所有的解雇，回到劳基法上面那个解雇那个契约的一个该给之前，如果要那个终止契约的话，那可能相关的资遣费也是依照劳基法的规定在处理。那至于就是说刚刚有提到说老师跟学校到底是什么样的关系，的确曾经在法院的判定啊，因为要看个案，法院的判定有的认为他是委任关系，那有的也是认为是雇佣关系，所以这个东西是回到个案事实去判断，是这样子。这个齐雅刚才有做一个说明吗？就是说教育部说这个是委任还是雇佣，有的商量认为人格的从属性低，但是这个从这个经济的从属性是很高的嘛。那刚才这个我们的倩倩司长，因为这也不是你的业务嘛，那不是你的业务嘛，所以你不应该回答这一部分，是不是让齐雅他对于教育部的说明你觉得齐雅要不要再说明一下？是主席，刚刚针对那个到底兼任教师跟学校到底法律关系如何，就如同我们谢司长这边提的，的确所有法律关系劳务
关系的认定的确是要透过那个个案认定的部分。那刚刚 我跟司长这边提的都是个案上面的确有曾经有个案有 判定说他的那个兼任助理的个案在法院认为他是委任关系，但是我要提的是第一个，我们通案上面不会以职称来认定这个职称跟这一个事业单位间通案都是委任关系或通案都是雇佣关系。那只是说我刚刚第一次所回应的部分是在大部分大学校园里面，如果兼任老师他的指挥监督关系跟专任老师是都是一样的，只是时数有不同的话，在一个事业单位里面全时跟部分工时不会因为时数的不同而导致劳务给付的关系有所不同。所以兼任老师如果他的运作跟专任老师是大学对待这两种身份的老师是一样的方式的话，那专任老师是雇佣，兼任老师当然也会是雇佣。那恐怕是不是问题会发生在教师法里面，学校跟专任老师之间是不是有雇佣关系？但是或许他会有从属关系，没关系，我们进行第二轮的发言，请大家开始登记。那我们是不是先就第二轮里面啊，兼任讲师，这个张毅仁，台北市立大学张毅仁讲师。主席，各位先进，大家好哈。看我的白头发就知道，我不是专职的兼任老师了哈。所以我其实是比较关心那个8000位到10000位的这个全职的兼任老师哈。所以我先提建议哈，第一个是建议先短期内看能不能检讨适度提高兼任老师的终点费。虽然去年开啊，公立学校已经提高了一次，但私立学校未必提高，所以教育部是不是要追踪到位啊？第二，是不是逐校逐年的检讨，降低兼任老师的人数，提高专任老师的人数？像刚刚蔡老师所说的哈，他在同一个学校兼了10堂课，但是还是兼任老师，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哈。那第三个就是通盘的检讨哈，各级学校啊，不是只有大专哈。那个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的可行性部分哈，那我直接说明哈。第一个哈，直接形容词可能比较快哈。其实兼任老师就是一个临时工了哈，但这是临时工有很多身份，像我是纯粹被拜托来帮忙的，所以我就做的比较甘愿。所以我到底是领575还是600还是630，我完全不在意。好，但是这个8000到10000位的这个老师，他当然就很在意。我今天领的是，好一个小时，我上了一节课，到底是领600、630、650，当然很在意哈。所以，对这个临时工哈，刚刚那个徐老师提到了，他在5个学校兼了20堂课。20堂课，你要算算，加上交通来回，其实是一天8小时是满的，好8小时，更不要提说你还要备课，还要批改作业，好，所以那个工时实际上是非常长。那一个月领多少？领10万。好，我告诉你，还比你惨的，国小跟国中老师上20堂课的，我们叫终点教师，好，上20堂课多少钱？2万。只有你的一半，所以全国还有大概，我相信也差不多8000人，是比你还惨的。哦，上了20堂节课，只有领2万块。哦，所以现在你去看国中、国小，一大堆学校都拜托退休老师回来再兼课，那个教主任都快跪下来了，因为没人上课。好，没人上课，所以看一堆退休老师都回去兼课，为什么？2万块。我上20堂课只有2万块，谁要来？所以今天如果今天我上20堂课，教育部检讨一下，哦，不要拘泥那个法规，说现在平均一节课国小只有260，国中只有345，好，大学只有600，类似这样，你看算嘛，一个人如果教了20堂课，他到底是领多少钱才是合理的？哦，所以你短期内应该去先提高终点费，那才是合理的啦，哦。那第二个就是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要逐校去检讨。刚刚明明看到了嘛，哈，
你明明有这么多的兼任老师，为什么 不去聘专任老师？为什么？他的理由到底在哪里？不能说这个法规的，法规的规定，学校就有这个自由度，不能因为用这样的理由，就让这么多老师变成血汗劳工了，不应该是这样。那第三个，刚刚我提到的，一定要现在劳动部已经在当好人了，我非常讨厌劳动部这样的态度了，因为我吃过亏了，劳动部现在已经告诉你说，所有的劳工本来就应该纳入劳基法，一句话就打死了。现在球已经丢到教育部去了，教育部还不认真检讨。刚刚我们的林立伟已经说了，你如果找不出哪里挚爱难行，那就实施啊，因为劳动部赞成啊，对不对？啊，制造问题在哪里？制造问题都在学校嘛，所有产生的问题都在学校嘛。所以当然我们很知道，一下就把所有的兼任老师解聘三分之二，因为我付不起最低工资嘛，对不对？我付不起最低工资嘛，所以我只好把他解聘嘛，然后逼的专任老师，是吧？超钟点费啊，超钟点啊，一定是这样子嘛，所以所有人都受害嘛。所以现在已经球丢到教育部了，教育部一定要跟劳动部好好去讨论一下，哪一个部分可以先做。因为它是逐步到位嘛，可以讨论看看嘛。好，哪一个部分先做？好，哪一个部分可以慢一点再做？好，不要一次就到位，因为当你一次就到位的时候，所有问题都出在学校，因为学校没办法解决。就是刚刚我讲的，教育部真的是在放任啊，真的是在放任。你让全国有46000个兼任老师跟专任老师是一样多的。我只能用莫名其妙四个字来形容啊。那你没办法解决大专的问题，但是在三年前、四年前，你却制造中小学，也同样的这样的问题啊。刚我讲啊，对不对？徐教授，你上20堂课只有领40000多，但是中小学一堆上20堂课只有领20000啊。这些人更惨不是吗？如果要解决问题，林立伟是不是先解决这20000块钱的？这些人怎么办啊？这就是为什么会是这样，因为教育部放任，教育部没有好好检讨，因为劳动部已经同意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一再的征询教育部，那教育部没有好好的坐下来谈，所以让劳动部一发布，法令一解释通过了，所有的都措手不及。那你叫中小学怎么解决？你叫大专院校怎么解决？只是拿钱嘛。对不对？只是拿钱出来嘛。那私立学校也许他有董事会比较快，那公立学校都要是预算的，不是吗？哪里有这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教育部确实，现在球已经到你手上了，真的要好好检讨哪一个部分是明年可以做的，哪一个部分是后年可以做的，哪一个部分我是3年后可以做的，哪一个部分我是5年后可以做的。将来，那他逐步的去实施以后，我相信兼任教师的人数就会降低了，专任的教师人数就会提高了。好，这样才是大家的福气啊！好，谢谢。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请林静怡委员。好，谢谢。刚刚张老师在讲说，专任跟兼任都是40000多人哦。事实上，台湾还没有跟台湾一直是在这种夸张的状况哦。像我们在讲看护照护人力的部分，照护人力你的所谓的替代人力叫外劳，其实是台湾的本劳的10倍哦，一直都在这种状况哦。不过前面老师们的那个艰难处境，我就不再说了哈。我觉得台湾现在状况真的很惨。今天同一个时间，另外公听会在讲护病比入法，护理人员也说他们的劳动条件很糟。好，然后这个礼拜医疗人员也在说他们要入法哈。那老师这边其实状况我想更糟。那至于说为什么刚刚老师讲到为什么这些学校比较喜欢用部分工时的状况哦，其实它有很多的好处嘛。第一个，它可以不用有资遣费的问题，它的薪资发放的部分如果延迟发放，老师也
申诉无门嘛。假日的部分，尤其我们刚刚讲到的母亲保护的部分哦，这些老师，尤其是 女性老师的产假、产检假、陪产假，他到底是有给薪还是无给薪？你这样，你 法律的部分 都不上去了哈、哦。那包含说劳健保的部分，学校只要帮你缴有上课的时间，其他时候寒暑假都不用给哈、哦，这些都影响到成本。好，那所以用这种成本的方式去算老师们的薪资，这个国家真的是非常糟糕哈。那这边我大概有几个意见了哈。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其实，在上礼拜我们在劳动部讨论工时的时候，连劳动部都提到，我们部分工时的劳工，他比照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月薪制的劳工，他的劳基法、他的劳动条件，通通都比照。所以如果照这个状况来看的话，教育部你们的态度就是用。老师是高尚的行业，来让老师们成为低薪的奴隶，就这么清楚，这是教育部的态度嘛？因为连劳动部都已经让所谓的部分工时，他们都觉得是要比照一般的聘任劳工的条件。那教育部你们现在还在这边拖拖拉拉，我也不晓得怎么回事哈。那再来第二个事情也很清楚，我刚刚说，其实在上个礼拜有一个另外一个目前引起很大的讨论的，就是受雇医师纳入劳基法。刚刚教育部在这边一直教育部这边一直说哦很复杂啊，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我必须要说老师的上课已经比较单纯了，至少就是备课，好、哦、刚刚老师们讲到的准备教材、改考卷、上课。那医师这种职种那么复杂，像劳动条件状况那么复杂的一个职种，都已经要纳入劳基法了。我不太清楚说这么单纯的校园里面的这种劳动状况，教育部这边给了这么多的理由，讲半天啊，如果这个老师怀孕，如果这个老师怎样，我实在不清楚你们到底在推脱什么东西哈。那如果说教育部这边这么不清楚部分工时的状况如何的话，我真的建议教育部是不是相关的官员，你们先变成部分工时的劳工试试看，你们就会知道他会遇到什么问题。好，遇到了之后你们就知道怎么解决老师们的问题。好，简单来讲啦， 我相信现在我看到的，我相信劳动部的态度就是说啊，你们都说这是受雇，他应该入劳基法，所以球就像刚刚老师们讲的，球丢回来教育部这里。好，那教育部这边我要再次强调，部分工时或者是我们的所谓的部分工时哦，在欧洲那边的态度是以劳工的需求为本位，也就是说他可能是家庭有特殊状况，他可能是特殊的身心障碍，或者怀孕的妇女、照顾小孩的妇女，她需要用特殊工时的方式来满足她劳动的需求跟家庭照顾或自我生活的需求，她才采用部分工时，而不是让政府或者是我更可怜的是学校、哦、竟然用部分工时可以有的漏洞来这样子大量聘雇老师，然后来担任这种低薪又没有保障的工作。这个其实很清楚就是主管机关的态度的问题、哦、我再补充一个事情、哦、就是我们都以为现在因为少子女化的关系，所以老师们的工作不受保障，因为学生很少嘛，所以你们就不怕抖，你们的劳动条件比较差。我的助理这边找到的资料，1991年整体大学生师生比是 18.5:1， 现在的话是26:1，也就是说搞半天学生变少了，可是所谓的这个生师比并没有比较好哦、所以就是说用不愿意聘任老师成专任，或者是不愿意给老师们基本的劳动条件的情况之下，给的学生的劳动条件，你给学生的教育状况也不好，因为其实你的老师跟学生的这个比例，其实以数字上看起来，私立学校的生师比整整成长 111%， 公立学校的生师比成长 173%， 公立学校状况更糟、哦、所以简单我这边的结论，我们要求的就是应该要使兼任教师适用劳动基准法的基本保障，而不能只用教育部现在所用的专科以上学校兼任教师聘任办法来处理。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陈曼丽委员。各位大家好，因为现在不是质询，所以呢我就发表我个人的一个意见了。其实我从一开始听到现在呢，我是觉得其实是学校想省钱啊，那教育部就是帮凶，所以呢就是让那个使用很多的兼任教师，就是能够让学校很省钱。但是教育部又很奇怪啊，又是能够把一些这个退休的教授啊，比如说国立大学退休的教授呢，又找去担任，可以允许他们去做第二春，所以呢，有些教授就是领两份薪水。他退休之后，他还是有两份薪水，一份是原来的，一份就是他后来又兼任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个不公平的一个状况哦。
那如果是说，我是知道说有些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想要聘这个退休的国立大学的教授呢，就是说让他的教授的名单的资格呢，看起来就非常的漂亮哈、哦。尤其有些时候评鉴的时候呢，是很需要有一些的比较正式的这种大学的教授资格。那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评鉴的时候分数会比较高一点。那其实呢，我会看到那个劳基保的这个部分呢，我们就看到就是说。目前的兼任的教师呢，就只有终点费，但是呢，他就没有办法做年资的累积，而且呢，他也没有这个就是有薪假的一些的假期，包括婚假啦、丧假啦，或者是说病假、工伤病假，或者是产假，或者特休的假，甚至退休，他其实他这些东西都没有、哦，所以就更不要讲到是说他的那个资遣费呀、啊，或者说他解聘他的室友也没有，不续聘的室友也没有、哦、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台湾怎么还会有这样子的一些的人，他很辛苦的在做事，而且他还为人师表。但是他却没有他的一个基本的保障，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台湾之耻，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发生？而且呢，今天在听到那个劳动部或者是教育部哦，看起来就是大家其实是不太想哦，然后好像就是讲话的时候都是有点那个含含糊糊擦边，然后就没有讲得很清楚。可是呢，我们看到那个高教工会这边他们有提出来的一些的理由，我觉得都还蛮正确的、哦、甚至这些的资料在网络上面都能够找到。我不相信我们的教育单位和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劳动单位是没有看到这个部分。那现在我们也看到就是说我们当然是说很多的权益是需要被大家了解他们的辛苦，然后他们的这个没有权益的保障。所以你就会看到像这个我们的护理人员也是经过一个努力，后来就变成是说他们就会有就是可以参加这个劳基法哈。那或者是说我们的医师，他们现在也是希望能够有劳基法。那现在的新政府也承诺，就是说会有一个劳基法的制度出来。那我觉得就是说，刚刚其实听到的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没有劳基法的这一群人，我在想是不是大家都是在保国民年金啊？就是是不是就是说他们会有那个劳健保了哈，只是我是觉得这样子什么都没有的一个状况，真的是非常的奇怪。那个的保障就非常的低，就是那个几乎是什么都没有的。那刚刚其实，在那个金国大学水主任所提到，就是说有一些人，他如果他已经有公保，他已经有农保、有渔保、有军保，或者说他已经有劳保的，其实更不用替这些人担心了。就是说已经有保险的人，我们不用替他操心。但是我认为，就是说我们的相关单位也应该把扣除掉这些的有保险的人以外的这些人，到底还有多少人？说不定就是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多。因为刚刚有讲到说，大概有兼任的有46000，可是46000里面到底有多少人，他们其实是不需要保险的，我们不必替他担心的，这些人到底有多少？我想这个东西才是我们要来面对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事情的一个切入的重点。那如果是说我们现在大家都不处理哈，我觉得事情只会越来越严重，因为大家就会觉得习以为常。那刚刚其实教育部的回答有一件事情，我觉得非常非常奇怪哦。我们台湾有性侵害防治法，我们有性骚扰防治法。如果是说我们这些的性侵、性骚扰的事件是发生在校园的话，他的处理责任者就是校园啊，就是学校啊，这个还有什么好说的？所以不是说没有这些的合法的这个什么的人，我们就都不能处理耶。所以我觉得好像就是我们的那个学校的管理单位对这个部分都不太了解，我就觉得我们的性别平等或者说我们的性侵或者性骚扰这个法律根本就没有落实到我们的校园里面去嘛，对执法者对这个部分还不太清楚，我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荒谬的一个事迹，没有人敢这样子去面对我们现在已经有的法律哦。我想尤其是校园，我们对于学生的保护，对于在校园里面发生的事情多么的慎重、哦、所以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也希望教育部这边的发言真的要非常的谨慎、哦、免得错误的发言影响到我们教育单位在这个方面的责任、哦、以上。好，谢谢。那下一位我们就请东华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我们的张新龙。我们这个图在想着从劳动法的角度来做补充哈。那刚才我们听那个教育部的一些理由哈，那听起来好像说如果我们在这个兼任老师啦或者是专任教师的这个
劳动条件、工作条件给他做一些改善，甚至于可以改的比劳基法还好，那这样是不是就好了哈？那事实上，我们发觉哈，这个是我们把今天的问题转移的一个焦点，就是说，我们今天是一个是不是要适用劳基法？那这个图来看，就是说我做很多的关于劳动法上面这种非典型的研究哈，我们发现就是说，为什么雇主哈要大量使用这个非典型，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它不受这种典型的劳动关系的这个约束。也就是典型的劳动关系最大的特征就是入口，这个第九条的这个不定期契约；出口，十一条或者是十二条的解雇的事由。那显然我们看的结果，教育部真正的就不愿意让教师适用劳基法。就是这个伪装，就是不想让他适用劳基法这个入口和出口的管制。其他事实上他如果说能够把劳动条件自己来定啦，可是他真正惧怕的是教师的聘约的期限多长，然后什么情况下可以解雇。一旦如果适用劳基法以后，那这个弹性就没有了。弹性没有以后，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大学几乎都人事冻结？我的学校有100多个缺额，却不补。有100多个人，170几个缺额，为什么不补？原因很简单，因为你的非典型的这个兼任老师或者是专任老师太好用了，太便宜了。我一个可以抵3个，甚至4、5个。我为什么要聘专任的呢？那现在的既得利益者也是如此啊。我们学校那些教评会，他也不愿意开缺，因为兼任的太好用了，所以我们用兼任了，是不是这样子？事实上，他的工作我们看了那么多的情形，他工作哪一个会比我们专任老师轻松？你说专任老师有研究，还有什么服务学习和服务，还有这辅导？对不起，你到现场去看看，我们现场周围的人，这些东西都是做形式的。他一旦过了那个评鉴，所谓的六人条款，或者是身为副教授以后，老实说，那些东西啊，都是一些门面的。所以啊，这就是伪装，就是要把这些真正的，事实上就是一个专任老师，跟专任老师没有什么不一样，一个典型的老师。那他应该，你不是适用学校的这个教师法的所谓公法上面的教师，那我们司法上的教师，你就要让他适用这典型的劳动法的保护，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要不然，那你就会露出了这个很典型，就是留下了这个逃避这个典型劳动的管制，就是会伪装。那这个都是我们典型，我们其他的劳动市场上面最典型的一些情形都是这样子的。请到下一页。好，那这个包括其实兼任教师，还有所谓这种伪装的这种专任教师啊，他们都是跟这个典型的劳动关系没有两样。可是呢，我们看完全没有一个法令的保护，他们叫教育部讲的，他们就叫聘约消基金、金用人员聘约。你虽然定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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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办法，那些啊，通通都是。最后约束还是在那个契约，他们就是一个契约关系。那这个契约关系当然回归到我们这个劳动法的领域这是管制这种劳动契约是最有效的方法。你说他是委任，他是承揽也好，在我们劳动法的领域比教师还有更难判断的，比如说那个保险营业员，我们都能够有解决了，最高法院也做成判决，我们都有办法。为什么你会把这个老师这么很典型的有固定的场所来上课，然后还有一些聘约很严格的这些契约的内容，那这些不是劳动，那它是什么呢？那显然你一故意要把它解释成承揽或者是委任，那就是要伪装嘛。那到最后一页，所以适用劳基法做什么？我觉得有三点是很重要的。第一个，我们现在的刚才听了那么多的兼任老师，这就业的不安定，然后那个均等待遇的适用，好，那你还在算说他们做几个小时，一个小时多少钱？刚才
伯夷，我们那举的英国的例子，他都能用把他所有可能在这个教学上所花费的时间，都能够用合理的方式来计算出他的时间来，为什么没办法是用部分工时劳动法？以后我们可能会制定的，来适用所谓比较的对象是学校的这所谓的专任的老师，比较对象是这样，不是比较劳基法的最低劳动标准。我们作为老师，你说教育部说一个可以抵三个，好，那你就要把一个教师至少三分之一的待遇来补一个兼任老师，这样可不可能？当然，我们就是大家，但这样子简单的说，所以你不这样做的话，那你就是提供学校一个来节省成本的机会，他就不会去开那个正职的缺，好，所以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让这个兼任老师得到一个合理的待遇，进而呢促使学校把那个缺放出来，这才是真正我们期待的。谢谢。好，谢谢。下一位，我们请林良荣，林良荣老师。各位兼任的老师回去以后，该不会工作就不开课了？会不会有这个问题？世新有、哦，教育部处长你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在立法院开这个公听会，各位老师都这样子秉这个大家都就公共政策在这里讨论，那他们回去工作该不会不保吧？该不会就不续聘吧？该不会下学期就没课吧？好，这点我们是希望主管机关回去要注意一下。好，继续。简单几个问题，就想说，就刚才的那个教育部跟劳动部的回答，那我想说虽然在法院上，虽然对那个教师呢是否是有雇佣关系，是否劳工，那纵然有争议啊，但是跟劳基法的适用并不绝对有决然的一个联动关系啊。劳基法适用是一个政策决定，好，那其实在台湾的话，不止刚才那个郑老师讲的那个保险人员啊，演艺人员啊，还有很多，其实呢在到底是不是法院认定上是不是有具有雇佣关系呢，那其实呢很多案例啊，但是呢这并不影响说哪一种身份人员呢是不是要适用劳基法。好，就像说那个医师，上次那奇美的医师，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劳工，那其实呢他争执的是职业灾害的一个所谓的那个的问题啊。那可是呢其实一审法院认为说他不是医师，不是劳工啊，可是二审法院认为说那不是问题，对不对？该应该赔就要赔了。好，那我想说这个问题其实呢应该是说劳动基准法是一个最低劳动基准，如果说今天呢如果可以呢给真的是劳动基准呢比较好的话，那我想呢不需要去争执呢某一种身份的劳工呢他要适用劳动基准法，一定是他走到没办法了，他会发现说其他的法令的适用结果并没有办法呢让他呢就是跟一般的劳工一样适用劳动基准法应该有的一个基本待遇。那其实我看到那个前去年那个早稻田大学呢，还有因为就是说他们的那个什么专任的本国的兼任老师啊，去那个告学校说那个学校为什么对外国人兼任老师呢每一节钟点费呢给比较高，对本国的那个兼任老师呢给比较少，结果呢告到最后法院呢认定说呢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违法行为，最后是什么，是刑事上成立啊，就早稻田大学校长因为劳基法是有那个是有刑事上处罚，到最后他是怎么样，他面对这个刑事上的这样子的一个法院这方面这样的一个认定啊。那我意思是说在台湾的那个兼任教师，那其实呢事实上我是认为说跟整个台湾的那个就是公教人员的体系是有很大关联的，也就是说你今天你会看到说我为什么就是说私校的老师会认为说也不公平啊，因为不公平是什么，因为面对是公立学校老师不公平啊。那为什么兼任老师认为不公平，因为他认为说那个也针对专任老师呢也不公平啊。那所以台湾有四个区块，一个是公立的专任跟公立兼任，一个是什么私立的专任跟私立的兼任，那么呢有关私立的专任呢一直希望能够挤到公立的那个专任那块里面去，而事实上呢另外兼任的部分呢无论是在是公的或是私的呢什么都没有，所以说他们会觉得说希望说能够私立的这个兼任的话，那么呢当然应该劳基法适用，那但是呢国立的兼任要不要也要啊，那其实
从这边来看就知道说，台湾它基本上有很多的那个劳动关系的保护，它根本不是从实际上呢这个劳动关系呢应该呢这个它的一个如何，就是说它的一个保护的水准呢到哪里呢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它是从身份别，例如说早期我们认为说，公务人员，好，公务人员他有一块呢身份上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劳动跟社会的保护，好，然后再过来呢，那个教师，那教师应该有一个身份，他有身份别，他是有一个劳动跟社会的一个保护，那再过来是劳工，所以呢，在台湾的整个那个有关劳动跟社会的保障呢，是用身份别去处理的，可是呢，问题是劳动关系，他会因为这个身份别有差异吗？公务员的话，那当然他是一个比较特殊劳动，那你说教师呢？教师他是不是就会比较是劳动关系从属性会比较高的呢？对不对？那兼任教师呢，是不是更高呢？那一般劳工是不是更高呢？是不是就是说我们今天我们应该打破啊？当然这不容易的。我同意，就是说有一位刚才就是说，因为是阶段性的来处理，我认为说应该是阶段性的，把那个以身份别作为劳动跟社会保护的这样一个观念打破，然后应该是尽量的去平等，就是说你应该是基于同样的一个劳动关系，就应该同样的在劳动跟社会相同的一个法令的保护。好，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这样的一个保护呢，就会变成是说，你是专任或是兼任，就会有对应性的，因为你的工作的量，好，那么就会有差别，不是因为你的身份。那么我就觉得台湾很多的是在身份别上的一个保护呢，我觉得整个体系呢，我觉得可能对教育部来讲，这是个政策上或许是非常困扰，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问题不解决哈，问题会更多了。那我其实我最要讲的就是说哈，其实哈，公务人员哈的保护呢也不是那么好。其实公务人员呢，其实是他退休、他的抚恤、他的一些社会保险呢非常好，可是呢，他其实在劳动关系的保护呢，其实是蛮有问题的。我举个例子，例如说职灾好了，像职灾的一个保障，或者是像类似过劳职灾这种，有非常多的公务人员哈，他的劳动关系是蛮弱的，可是他的社会保险非常好。所以说我们会看到是说，我们台湾这个社会什么，我们重视的是你退休怎么办，你社会保险是不是可以拿到很多钱？而实际上在劳动关系里面呢，并不是那么在乎说我的劳动给付过程里面的一个劳动关系的保护呢，是不是那么重要？所以说今天有很多的一个争议就在说，好，那我今天我私立的专任老师，我也在乎的是什么？不是我在劳动关系上给付啊，劳动关系的一个过程里面各种劳动保护，我最在乎的是什么？我的社会保险，我的社会保障那一块。那其实呢，就演变成说，那兼任老师呢，其实什么是保险，这个社会保障也没有，然后呢，劳动关系这方面保障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哦，那其实我是认为说，这是一个身份别的这样的一个体系里面导致的兼任角色呢，我觉得现在一个是在教育的一个劳动市场里面是最弱势的。以上，谢谢。好，谢谢。那我们继续请这个高教工会陈正亮秘书长。因为时间有点感的哈，所以我很简短的来讲一下教育部的这个说法，关于教学自主的问题。在我们当专任老师也好，兼任老师也好，在决定要开课的同时，就要把我们的课程大纲准备好。也说这课程大纲基本上就是18周嘛哈，那这18周你要准备每一周到底要上什么样的内容，然后你的教材要准备好，然后你要上传到网站去，然后在一定的时间里面上传。这个跟你自不自主没有关系啦，学校就是这样要求，不管你是专任还是兼任的。然后在学习中应该要上课，你就要在那边到，在哪一间教室上，你就是在那边上哦。除非当然你有其他理由，要有学生带出去，那再申请。那兼任老师一般是不会啦，专任老师现在状况也不太可能做这种事情。然后这到底有多少人来修课，并不是你决定的，对不对？学校认为他这个课程应该要开到120个人，你就得接受120个人啊。然后什么时候要上课，什么时候要考试，你要考试的时候，他学校就是要你把一定的时间内把成绩上传，要不然会影响学生的权益嘛，是这样没有错吧？然后你在期末考结束之后，你要什么时候要把成绩送上去，学生你要给学生一个时间知道，哦，他到底这个学分有没有修到啊。然后你要准备学校规定的范围里面的这些时间你都要做到。哦，是的，我在教室里面，我该上些什么？
我怎么上课的这件事情，可能我有相对的自主性，但是我仍然是在这些一定的规制里面完成学校给我的工作啊。哦，但就我们就教学自主的这件事情，不要把它讲得好像很抽象，好像我们就是真的随便我要干嘛就干嘛，没有这样的，不是这个，不是这样子。我就是一个受雇来这边教一个特定课程的人，我就是受雇者。要不然他为什么要加入劳保呢？他不是已经加入劳保了吗？劳保不是这样说的吗？在一定的受雇里面的劳工，他就应该要加入劳保了吗？好，再来一点。那说有关于这个开课开不了的问题该怎么办呢？如果他纳入劳基法之后课开不了怎么办呢？这些准备就是他的工作啊。我们有没有说，哎，这个我请人家做一件事情，我给你多少钱，然后你把这件事情做完，你现在是我聘用的人啊，很抱歉呢，下个月我没有订单了，所以呢我就不聘你了，你做了这一个月我都不给你钱了。没有这件事吧？就很简单嘛。我如果课开不成，我从准备到我现在课没有开成这段时间的薪资，你还是要给我啊，就是很正常的事情啊。只要你把它当作劳工，所有事情都可以迎刃而解，在技术上并没有什么挚爱难行之处，你把它想象成是劳工就可以了。那最后我要补充一下，就是刚刚张新龙老师所提到的所谓的伪装这件事情，所以我要提供给各位委员一个想法，一个观点，就是说劳工的世界不是圆的，劳工的世界是平的，当有一个脚好像桌子一样，有一个脚垮了，其他脚就跟着滑下去了。作为一个专任老师，我工作了11年12年，我为什么要去帮兼任老师讲话呢？不是，我是帮我自己讲话，我是帮所有的老师讲话。因为当有一天他可以运用1/3的人力来聘用兼任老师取代专任老师的时候，就是消灭我的时候。当有一天他可以聘用1/2的兼任老师，专任老师也会同时被消灭。所以劳工的世界是平的，这就是劳动弹性化给我们的教训。我们一定要帮最弱势的劳工，让他的权益能够上来，才能够同时帮助所有的劳工，他的权益能够维持平等。这不是因为今天他是特殊的身份，不是，因为他跟我都是一样受雇于学校，我不能看到，我看到他就如同看到我将来的命运一样啊。我现在看到的很多大量的这个老师专任的，特别是在私立学校已经被大量解雇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大量解雇之后跑去哪里呢？很简单啊，用大量的兼任老师来顶嘛。我说我原来在这间学校当专任老师的，被解雇之后摇身一变，说我现在变兼任老师了。这就是当我们既可以进行伪装的时候，那么就会有这种现象的发生。所以要保障兼任老师不仅仅是兼任老师的身份，而是因为所有的受雇者都会面临到将来同样的问题。所以这是跟各位委员提供的一个想法，不仅仅是他们特别可怜，而是这个可怜的处境会变到所有人身上。这是台湾国家将来在劳动市场上也好，在教育领域里面，如果要持续向下堕落的话，这件事一定要不能让它向下堕落，有没有要把它挡下来？谢谢大家。谢谢哈。下一位，我们继续请这个徐文禄老师。刚才那个教育部的那个人事处处长啊，讲说啊，103年才定啊，晚了啊，而且定留不好啊，可以改啊。我自己学历史，教历史的，让我马上想到两个数字啊，一个数字是1524到1848，这是欧洲啊德语区的农民啊，在1524年发动了一场全欧规模的这个大暴动，他们只要求12条诉求。改善他们自己的劳动条件，结果10万人被杀。这12条诉求什么时候才完成呢？1848年二月革命，这些贵族被推翻之后，才终于实现啊。第二个数字是1633年，这一年是伽利略被天主教啊的这个宗教法庭审判为异端。这件事情什么时候才平反？1979年，啊，人类登陆到月球10年之后，啊，那。我觉得教育部跟这两个情况有的比啊。好，第二个，我们这些兼任老师事实上也负担非常多的行政工作，因为贵部
每年丢下大大小小不同的评鉴，每一种评卷都要落实到我们。啊，我曾经最夸张的一次，我填30个表格，一个学期，只为了从系到院到校到部各种评鉴，不填你下个学期就不用来了。所以不要再说我们没有兼行政工作，我们配合贵部跟各校的行政多的嘞，而且最后什么事情都落到我们手上，因为你们理想上说啊，这些表格学校统计资料都有啊，应该行政工作人来做，行政工作人员现在也是因为反正大家都是为了省钱，人力事实上也很紧缺，交通大学通识中只有一个专案的工作人员，其他都是工读生，连交大5年500亿的学校都这样，你想想看其他学校是什么情况？我不相信贵部不知道。第三个，各种劳动形态如何计算工时工资，真的不用麻烦教育部，这不是你们专业。刚才很多人都讲，你只要说，既然你们的处境如此艰难，而实际上具有劳工的性质，那我就放手，让你们纳入劳基法。怎么算？由劳动部。由我们自己这些身历其境的人来处理、哦、不用你费心，你只要放手就好、哦、第四个，开不了课怎么办？第一个、哦、通常我一个兼任老师不会在一个学校只开一门课2个小时，通常不会，当然也有很过分的学校会这样做，然后为了那两堂课那2个小时，然后来往奔波又要1个多小时，的确也有学校是这样，但就我所知这种、比例毕竟是少，也就是说我可能有2学分的课没开成，我另外还有2学分的课，所以那个聘约是继续的，不会因为我课开不成就只停聘啊。那第二个，就算真的有这种情况，刚才很多人都已经讲过，这个技术上都好解决啊，没有想象中的困难啊。然后，而且我非常讶异的是，刚才听到李处长满嘴最后一段啊，满嘴都是经营啦、成本啦、客户啦，都是这些商业经啊。那我相信李处长不是个案，因为我自己，刚才处长也说了哈，你看过我的新闻，那你应该也知道我跟部长吃过饭啊。那一天部长跟我讲，也都是满嘴都是商业经。当中华民国的教育部的主要的几个这个层级的官员啊，脑袋里面都想成本、经营、客户的时候，我觉得教育就完蛋了，就完蛋了。教育能这样子看吗？啊，然后。既然你们要这么看，就算你们真的就这么看了，而且你们实际也这么看了，好吧，那就把我当雇佣者嘛，有这么难吗？好，最后就是我自己揣度啊，就是教育部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当然是有可能是面子问题啊，第二个就是啊、士大夫啦、教育啊什么什么什么华人文化的传统什么，可是事实上，这种情况、啊、事实上在台湾目前的现状完全已经不是那个时代了、啊、而且你们自己也很清楚，从90年代以来、啊、政府的施政，因为在座的很多都是公务员历练，可能超过10几20年，都知道整个新自由主义的催逼之下，所有的公堂都在省，所有的税收都在缩、啊、越不敢向财团开征，那国库就越紧缩，越紧缩就往越没有 CP 值的部会去砍。你们都知道这些大背景、大环境，死都不讲，死也不抵抗。然后这些处境下造成的问题，人出来了，你人不出来，你自己见嘛。人都出来跟你们讲，我们有困难了，你们还是那个嘴脸，哦，这是我最不能忍受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哦，所以我们还是要加快脚步哦。下一位我们请这个高教产业工会我们的陈淑涵。好，我还是要针对一下教育部，因为我觉得刚刚其实这样听下来，我们一直在问教育部说究竟挚爱难行之处在哪里、哦、然后我原本以为教育部今天会提出新的说辞，因为我刚刚已经强调过了，你刚刚提到的所有挚爱难行之处都在当年你们开104年9月22号那个会议的时候，劳动部已经一一逐点回复了。其实那一天教育部还有八位的教育部的官员有去参加这个会议，我待会可以给你看签名，你们是不是去开会回来都不通报讯息的？我再回答一次，如果既然我们的处长完全不知道说你的那些挚爱难行之处其实已经通通获得解答，我可以再补充几点。你刚刚有提到
第一个你提到说，如果他因为选课情形不佳，没有办法开课，导致他要终止契约，那是不是会产生一些纷争？劳动部有很明确的回复，如果你没有办法开课，导致你要终止契约，你就按照劳基法规定去终止契约、哦、然后去看说他是不是符合解雇的最后手段。如果 教学人员经过积极的辅导，没有办法开课、哦、那你就是按照劳基法第十一条，你可以按照劳基法去预告去资遣劳工。换句话说，他是有出口的，他不是没有出口，但前提是你要符合法定规定。那他说教育部又接着说，好啊，那如果我要终止契约的时候，我突然就课就没得开了，我没有办法依照这个规定去预告这个要解雇、哦、那劳动部也有很明确的回复、哦、他说如果雇主你没有办法依照规定去预告要解雇，按照这个规定你就给付他预告期间的工资，这也有解套，都是非常明确，其实都是逐条回复。针对工时的部分，刚刚李处长也提到说很难计算他的工时哦。其实劳动部也有很明确的答复啊，如果教师在固定的教学授课时间外，你还要从事其他的研究辅导，或者说像刚刚讲到的有备课改考卷等等的，你就去记录你工作的起讫时间，你辅以完成文件交付记录等佐证，请雇主补登去登记这个工时，并且去计算他的延长工时应该要给付加班费。我要强调，其实刚刚都已经有提到说，我们兼任老师领到的都是只有授课几学分，就是只有那几个小时的薪资，这其实完全不合理。也只有在纳入劳基法之后，我们才能够还给兼任老师，当他去有其他进行备课或改考卷，他明明是有加班，他明明是有延长工时的期间，我们就应该要给付他工资。这并不难计算，其实劳动部都已经告诉你们怎么计算。再来提到说所谓的休假跟假日出勤哦，我们知道教育部对外也一直宣称说，那如果兼任老师放假的话，会影响学生受教权。我想要问教育部说，所以专任老师都不放假吗？专任老师在放假的时候怎么去处理？兼任老师就怎么去处理哦？劳动部也有告诉他，如果这个假日是雇主要给予放假，那你如果是他的假日，那你就要让他放假，工资照给。其实教育部应该要去严拟的是有一套如何去就是当。兼任老师或者专任老师，他要申请他的假日的时候，不论是特休假或者是其他的假日的时候，你应该要有一个，就是让他有一个代课的这样子的铺去填补这样子，他假日的时候有代课老师哦。那如果劳工同意说他要在假日的时候出勤，你工资就是加倍发放，这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不论是在假日，不论是在工时计算，不论是在终止契约的部分哦，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居然要在这边花这样的时间，浪费这样的时间，再告诉你第二次哦。我希望待会李处长，你可以去回去问一下你们教育部官员，到底有没有开过这一次会。第二点，针对刚刚李处长一直提到说，你一直不断表示说，教师法有授权给教育部来拟定跟兼任教师相关的这个权利义务，我要再强调一次。究竟你要不要再去另外制定一个兼任教师什么样子的聘任办法，跟他是不是可以纳入劳基法适用，完全都不抵触。刚刚已经一再强调，不论是律师，不论是医师，也有律师法，也有医师法，但是不代表这个可以阻碍他们要受到劳动基准法最基本的保障，所以这完全不抵触。我们认为这个是谎言，请不要再说了。然后第三点，李处长一直提到，他说不要让兼任老师纳劳基法，因为这样会侵犯到学生的受教权，不断的拿出了学生受教权。我想要问李处长，一个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老师，我们刚刚在座已经有这么多的兼任老师在分享他的劳动经验，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老师，这个难道没有在侵犯学生的受教权吗？我们工会里面是产业工会，里面有兼任老师，有专任老师，也有一些学生助理。当我们告诉学生助理，在讲台上面教授他们课程、教授他们知识的老师，居然是以这样子的劳动条件在谋求他们的工作的时候，学生感到非常的惊讶，他们也都对于说，难怪兼任老师每一次来上课都是感到非常疲惫。我们都有兼任老师提到，他为了要能够赚到基本工资、赚到合理的工资，他必须兼那么多的学费，北中南这样子跑，然后结果居然这个样子，李处长还跟我说，不让他们受到劳动法定最基本的保障，是为了要保障学生的受教权。我觉得这真的是满口谎言。我最后还是要再一次强调，高教工会在推动，我们在关注高教的这种非典化。高教这种，我们看到说越来越严重，就是专任，不论是专任老师的减少，专任职员的减少，不断的都大量的使用部分工时来替代，这个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实际上，我们要求兼任教师要纳入劳基法适用，也已经提出两三年。我认为这个时候应该不应该再继续推脱下去？实际上，教育部没有什么好继续严厉。我要再强调一次，只要我们一日没有让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保障，所有包括他们在退休金上面的损失，所有包括他们每一年损失两三个月劳保跟健保这样子的损失，是每一日在计算的。如果教育部继续拖延上下去的话，其实兼任老师，我们认为说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样，我们一定会继续发动更大规模的抗争。
好，谢谢。再下一位，我们继续请这个林博仪。好，各位委员哈，我想回应一下，就是有关于刚刚教育部谈到这个，兼任教师究竟是不是劳工的问题了？那实际上，刚刚工会还有很多同仁都已经一再提到了，到底是不是劳工？的确，如同劳动部来说，某种程度上要采取个案认定，但是我必须要说明，在法律上面、法学方法上，个案认定是救济的逻辑，是法院的逻辑，是申诉的逻辑，固然是对于不明确的事项，他应该采取个案认定，但是行政的解释以及行政行为原则上是要采取通案，他没有采取通案，老百姓不知道他到底属于哪一种类型，所以我们要从过去的惯例，从过去的习惯，对于语言的概念的认定来理解，究竟某一个语言紫色的范畴到底是不是劳动基准法保护的对象，我们必须要有这个责任，不能一切都推到个案认定。再者，究竟我们要依循什么呢？我们一再提到了兼任教师适用劳工保险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进展。民国98年5月1号，劳动部，抱歉，那时候还是行政院劳工委员会，以劳保二字09801402号的公文，发到了全国，教育部也代转到了全国的大专院校，明确的表示两个意见。第一个意见，如果受雇从事两份工作以上的劳工，各雇主均应为其投参加劳保，劳工不得仅选择其一单位参加劳保。第二，如果以学校兼任老师已于一般公司好好任职，于学校兼课时，学校仍需为其办理参加劳工保险。我想毋庸置疑的，这个地方学校应该要为兼任老师办理参加劳工保险这件事情，已经明确的说明了，他按照的是劳工保险条例的第6条第1项、第10款或第5款，或无论如何1到5款，是属于由雇主为他的受雇者所纳入劳工保险的范畴。所以我们其实在过去已经很清楚认定这件事情了。固然你说法院可能有个别的判决，举例来说，我们的确可以想到一些例外，例如我们今天邀请一个老师来做单堂的演讲，他到底是不是雇佣，这绝对有疑义，很可能有疑义。但是对于我们通念上面所谓的兼任老师，指的特别是兼任劳动部我们在争论的，就是公立各级学校依教育人员法令禁用之编制外教学人员，及私立各级学校编制外仅从事教学工作之教师，这个范畴在过去在你们行的函文里面很清楚的定义，它是应该要由雇主强制纳入劳工保险的对象，也就是他是劳工，这件事情我想是已经非常清楚了。所以今天如果是要争论兼任老师能不能纳入劳动基准法，只能够讨论的是纳入劳动基准法有没有自然难行之处，而不是他是不是劳工的问题。这边紫色的兼任老师在过去的这个是不是劳工问题已经解决了。再者，我们要进一步来谈论，我觉得我们有一个迷思在讨论的是说，似乎老师只能够选择纳入教师法或者纳入劳动基准法，二选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例如我们看到受雇律师既然已经纳入劳动基准法了，他是不是适用律师法的保障和要求？当然适用。所以在法律上面我们能够想象的所谓必须要二选一的问题只有在什么地方？例如社会保险，你是参加公保还是劳保？必须二选一。你是跟你的雇主成立的是公法关系还是司法关系？必须二选一。除此之外，在司法保障范畴下面，也就是这些所谓编制外人员不适用国家公权力所赋予由学校来聘用的这样的一个范畴里面的编制外人员，他在进行法律的保障的管制上面绝对没有说不能有两种法令的保障，他只会有特别法应该要适用优先适用哪一种的保障。所以换句话讲，我们今天适用了劳动基准法以后，如果教师法里面要针对编制外人员能够进行更好的保障，那可能会是属于兼任教师的特别法，他例如说我们可以对他做更好的工时管制，更好的教师待遇，这绝对并无问题，不会构成能够限制他加入劳动基准法的理由。最第三点，我想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的确我们应该全盘来检讨。实际上被排除适用的对象不止大专兼任教师，还包括就是刚刚我念的公立学校依教育法令人员法令禁用之编制外教学人员，在大学里面就可以看到包括专案教师，包括这些所谓又有专
又有教学，然后可能也有在从事行政人员的工作，以及私立大学编制外景从事教学工作的教师。然后在中小学的样态里面，我们会看到包括是所谓的这些代理教师、代课教师。所以编制外人员他既然没有办法直接受到我国的公保保障，不作为公法关系上面的这样的一个教师，他必须要在司法里面有最基准的劳动保障，我想这是毫无疑义的。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们要检讨一件事情，特别是这点是我们固然对教育部坦白讲是非常的遗憾，以及我们认为教育部他并没有掌握以及熟悉对于劳动保障上面的专业，这也不能够责怪教育部，因为教育部过去他们的专业不在这边。但我觉得对于劳动部迟迟没有立刻让兼任教师适用劳动基准法，我也感到非常的遗憾。我觉得我们不能够再继续说要找教育部来研议这样的方法来拖延。简单说，在各大学里面，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说一句，都是教育部大学。他们的意思是什么？教育部是他们背后最关键的长官，他们不得忤逆。换句话讲，我们今天一再的要求教育部要参与这件事情，你等于是找资方来参加研议，你是找站在校方立场的人来参加研议。他当然无论如何就是成本考量，就是各种各式各样，总是他因为他对于劳动保障的不熟悉，他要极其所能的来反对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的劳动主管机关要就像是我们指派适用各式各样的劳工参加劳动权法，这个权责是劳动主管机关的权责，我们不可能要取得资方团体的认同，资方团体或者他主管机关的同意才能够指定适用劳动权法。所以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理清清楚。好，谢谢。好，再下一位要发言一下，我们最后一轮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待会儿请行政部门了，还是就两点啊，还是再请你们再回复，尤其是教育部啊。第一个就是说自爱难行之处，第二个到底要花多少钱？如果以专职的兼任这些不具本职的身份的这些兼任老师，到底教育部门估算过大概全国大概花多少钱了？这件事情也应该要好好在这个公听会里面好好的报告一下哈。那我们继续先请这个世新大学通识教育郭耀中。主席，然后各位大家好。那刚刚前面很多那个兼任老师已经提过他们各个劳动状况的处境了。那我从那个比较接触到比较多是比较年轻的，像博士研究生，然后兼任老师的状况，就是像我们这种就是许多比较年轻的，就是现在老师的状况，你可能当个兼任的研究助理。然后可能跟你在学校兼四学分的课的其实薪资差不多，但是在学校里面当兼任研究助理，你的劳动保障可能就会比根本完全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兼任老师来得好。那这个就回到刚刚那个教育部的那个处长在讲的，就是用了很多个案来讲他们为什么觉得这个把兼任老师纳入劳基法自爱难行这件事情，那因为他举很多个案，这个案我去年9月22号就已经听过了。那刚刚那个高教工会的那个苏安主任已经讲过，就大部分的状况都差不多。那我要讲的就是，你既然要给这些个案，那麻烦就给我们一些更通盘的哈，这个统计怎么来的？不要只用一些个案去搪塞，告诉我们说这些东西自爱难行哈。那我不希望说我们现在在讨论这种事情是那些已经工作稳定，然后各种的保障相对有的人，在决定我们像我们这些完全没有任何保障的老师的权利跟我们的未来的出路。那我另外要讲的就是，刚刚那个教育部的处长讲了很多状况无法实现，或是很自爱难行，大部分原因都是因为他们刚刚提出来什么教师法第35条，或是兼任教师的聘任办法，都根本就不能用嘛。就是定出来根本就不能用嘛，那根本就不是修不修的问题，那是不能用的东西，所以才会让老师们知道，让老师们兼任老师们知道纳入劳基法的重要性是什么。那我最后要讲的是，就是按照我个人的印象，我记得前这两年吧，就是劳动部陆续的有几波让编制外的劳动者可以纳入劳基法的这件事情，那独独就是我们这些兼任老师一直无法纳入劳基法，所以显见就是我们对应的资方是蛮强硬的哈，让我们没办法做这些事情哦。那我最后要讲的是说，就是教育部在想事情的时候，可不可以开始回来，站在师生的立场在想教育这件事情？那前面老师们都讲过这件事情哈。那我们这里当兼任老师，很深刻的体会就是，兼任老师的保障，或是编制外老师的保障，越来越缩小，或是根本没有保障，影响就是专职的专任的老师哈。那这个对台湾的教育不是好事情。好，谢谢。好。
好，最后一位，我们请台湾首府大学教育研究所的所长哈，我们的郭天才。好，就在这边啊，主席、各位先进啊，这个今天这个参加这个公听会啊，我学习到非常的多，因为这个议题啊，确实我觉得，蛮复杂的啊。那我来这之前呢，我们也理解到这个今天的这个整个公听会啊，蛮主要的是因为我们的高教工会的诉求也非常的明确，就是这个兼任的大学教师啊，要这个加入这个适用劳基法啊，我想这个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今天所有的发言我听了以后也发现到啊，有一种各自表述的一种感觉啦哈。那我十五年前也当过立法院，所以我离开了十二年以后，我也知道，如果今天以这样的立场啊，应该要毫无保留的来支持高教工会、产业工会这个大学专任教师、兼任教师啊，适用这个劳基法的这个主张。而我个人呢，基于在这个大学这个当立委以后去教书十几年了、啊，也确实理解到台湾因为这几年高教的困境。而这个困境确实我们教育行政单位应该负起这样的一个责任，因为让我们的这个高教的困境啊非常的困难啊，不管是公私立学校，不管是校长，不管是专任的老师，甚至于是这些兼任的老师更是如此啊。刚才各位的那种苦楚啊，各种那种辛苦啊，各种那种啊疲于奔命啊，这个我们都非常的理解，在现场确实是如此。所以我们应该基于这样的立场呢，应该要对于兼任的大学教师的权益保障应该有更多比现在有的着力的地方与讨论。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方式非常的好，但是呢，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问题跟之前中小学啊适用教师法，但是呢他却要没有适用劳动基法，可是他却拥有工会法的劳动三权，有一些相同可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今天劳动基准法它适用一个最低的一个劳动的标准，而我们看到说，竟然大专的老师是却去不断的去要求，只是一个最低的一个标准劳动条件。我觉得这个好像有点这个天得等到病啊哈。老师基于传统的产业，大家很清楚，他一定是在一个最低的劳动条件之上才对。可是现在反过来要这样，那我们又觉得很奇怪、很吊诡的一点是，我听了老半天，劳动部大家都认为劳动部是赞成，我刚才听起来好像他们也没有说他们赞成劳动基准法。大家都认为教育部反对纳入劳动基准法，我听了老半天，觉得他们好像也没有反对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呢，不是今天这个对话非常的有意义。可是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对话好像并没有提出一个问题的一个解决啦哈。我觉得是这样子，教育部的一个立场今天它是这个众矢之的啦哈，但是我不是为他们讲话。教育部今天基本上应该一定是基于他的了解，对于大专的兼任的老师的权益的保障一定是必然的，也一定是肯定的。但是他是你大家好像他是一个娘家一样，为什么他提出了这么多的反弹，一定也有他的立场。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今天大学的兼任的老师这么一个辛苦是怎么造成的？我是觉得一个国家的困境，高教的发展的策略有问题所造成的。而现在在收拾这个问题的这个同时，好，说实话，劳动条件这么的差，可是教育部有能力去要求私立的大学或是这些公立大学的这些兼任的老师的一个劳动条件，他能够去到去遏止吗？我觉得今天是这样，这个有意义的对话之后呢，我比较建议就是说，这个彼此之间啊，我真的很支持，也希望能够纳入劳动基法。但是纳入劳动基法能够解决这样现在目前大专兼任教师的未来的发展困境跟高教困难，我觉得是可以大家去思考的。谢谢。好，谢谢。是不是接下来请我们教育部处长，你准备好了吗？
委员还有各位先进，教育部第二次报告哈，那个刚刚当然这个今天像郭所长所提的，今天这样一个对话是蛮有意义的啦哈。那今天讨论这个议题，那么我就觉得说，这个、刚刚那个政大的那个是郭教授吧哈，他又提到一个是苏阳老师是一种政策性决定了哈，所以今天这个做一个决策者，可能因为我可能会要跟我们的未来新部长做报告，那么也跟他说明今天我们这个对话的状况哈，那么当然是有一个思考了哈，思考。那刚刚我利用这个机会也澄清一下，说有指摘教育部偏向资方啊，我当然我不是政务官、政务政策决定者，不知道他怎么决定。可是如果就我来教育部参与各项会议啊，刚刚我问我们高教师跟技术师的同仁有这样，其实都没有这样的思维啦，我们就澄清一下。所以我报告的是说，教育部他是主管教育主管机关啊，他顾虑要看到的对象是学校老师跟学生啦，所以我只是用一个客户的名词啊，是没有要把它商业化了，做一个澄清。所以今天就是说大家有这样意见啦，这样已经属于社会对话的一种了哈。那么甚至我们可以刚刚报告了我们这个新520新部长来，跟他做说明有这样一个情况，那之后我们再跟继续有，如果说真的有一些拦截的部分啊，像刚刚有提的这个到底契约关系是怎么认定，这样拦截的部分再继续跟劳动部来做了解。那这中间其实劳动部也帮我们很多忙，也一并感谢了。以上做补充。邱长，你这一次更会答太极拳了，现在什么话都不用讲了，比第一次发言还要更简单，就说这个是政策性决定交给新部长哈，这句话太简单了。但我刚刚讲，就是从你们的专业里面，你至少可以做一些评估。如果这个将近10000名的专职的这些兼任老师，或者是不具本职的兼任老师，如果要纳入劳基法所估算的这些依照法令所必须担负的成本大概有多少，这点不需要政策决定，这几年来已经反映过很久，你们应该有一些政策的评估研议，至少应该告诉我们一下吧，公听会告诉我们一下你们所预估的经费大概是多少。跟委员跟各位报告哈，那如果就这个，因为刚刚有提到劳退的这个部分嘛哈，劳退如果说雇主最高是6%为范围嘛哈，那这个部分那就要看这个薪资怎么算了哈。那个高教工会好像提的是就是2亿多嘛哈，那如果说我们用，因为教授、副教授、助理教授、讲师他的各个终点会不一样了哈，如果我们取他中间值啊，取他中间值，如果平均薪资用781了哈。那再来算他用结束了哈，如果结束，因为一个兼任老师可能一周最少要兼两小时嘛，那我如果是取那个一个礼拜6节课的话了哈，160那一个月就24节课嘛哈，那算起来我们大概一个月啦 ，total 数啊，用刚刚提的那个教师的兼职人数啊，如果46000这样的人数人次了哈，这是人次了啊，这是人次了。没有，就6节课嘛，就是人次。对，他是每一个学校都有算进去嘛，是不是？哎。那你算6学分的时候，你就得把3个人次重复计算在里面。哎。很多学校规定在一个学校对。党本在大学规定。啊。这样子应该要乘以多少？没有，我这样，因为我们会取这个数字啊，是因为刚刚大家有提到那个。我刚刚讲的说不，这个不具本职的兼任的专职兼任的。包伟，因为你如果要指定适用劳基法，是不是要去区分只有兼任本职才能纳劳基法，还是应该是所有兼任的，不管他有没有本职，就应该纳入劳基法？因为健保他只有一家，只要一家。家保全部都可以看，但是劳保你是 ABCD 三家，你要分别加入才有保险事故才能理赔嘛，才能出钱嘛，这样给付了。如果比如说我在外面有本职来兼课，是，我的劳健保是挂在这边，还是要挂？那劳保这边还会挂？还要再加？不需要挂在这边，那我们退休金是这边再算，那这
这边当然要扣一部分的那个跟劳退有关。如果这边也要加劳退嘛，你就要加劳退嘛，也是。哎呀，OK， 我嘿。对啦，理论上是要算了，没关系啦。你先算好了，四万。我刚刚报告一下，就之所以会取这个是因为刚刚有提到终点会功效有提高了，但是失效是不是也要应该要提高嘛？那因为有些失效没有提高，我们就政策性的补助，就是说他你如果提高跟功效一样，我们教育部就会给你补助了。啊，那时候补助的要框额度嘛，我们是怎么框？就是框。用每周授课六小时，一个月24节，这样去算了。如果我采这个标准了哈，当然计算标准可以另外议啊。如果以这个标准的话，我这样算出来，用这样的人数，大概一个月要5200啦。啊，如果全年的话，大概要6亿多啦。就是光劳退他提到6%满啦，这种情况，因为劳退也可以一，也可以二，也可以三啦。啊，我假设雇主跟你提到6%，那大概一年大概6亿多啦哈。那当然也不止这笔钱啊，你这个还有其他，比如会产生代课终点费的事啊，那这个就很难估了。那这还有包括资遣费，之前他因为要算那个平均工资嘛哈，那也不好算了。其实你要这边就如果比较具体，他可以提出的就是劳退，就用这个比较固定、比较具体哦，我可以提出这个数字说明。那个公务员这边也有提出来，好像是2亿多嘛。因为你的算的那个终点费的额度不一样，像刚刚有是不是有老师提到小学的，为什么那个只要2万？他可能就是因为他终点费的结束低呀、啊，啊标准低，所以他金额会差，嘿，啊哦，所以这样子，所以如果说啊，大概反正以工会算的标准，到我自己这边平均的标准，或许就2到6亿嘛，好，那大概在这边有理了，有理，哎，当然或许也有可能高一点。哎、欸，可能啊，那应该不会像你，因为不会你算的，至少要2亿以上了。出来在那个劳保加保。啊。你省下的成本有没有算？啊。省下专任老师没有聘专任老师，说省下的成本有没有算？我们工会的意思是说。你会算说未来要花多少钱？那为什么没有去算说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已经帮你们学校省下多少钱了啦？如果一开始就纳入这个劳基法的适用的话，你看这些本来应该要有的权利，帮学校、帮资方省下多少钱？他是说用这个逻辑，但我觉得一点不，我觉得一点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办法理解，就是说为什么教育部对公校或私校的兼任老师的样态，他的样貌掌握的这么不清不楚？包括说，比如说公立学校平均的终点费是多少，私立学校平均终点费是多少？公立学校的平均的兼任的时数是多少？公私立学校平均的兼任时数是多少？那公立学校不是人次，而是说这个兼任的教师的人数有多少，私立学校有多少，这样的样态，这是基本的样态都没有掌握，然后你现在来这里用一个你都不知道的状况去推估和模拟，然后就说你算起来是蛮困难的。那除了6%的退休金的提拨以外，其他对于公休假期间所应补充的人力，这个是每一个资方都是这样子如此。那一个专任老师休息，学校本来也应该要算进来，这个东西是基本上本来就是应该要支付的，所以我想也不应该算入这个经营的成本里面，这不是一个经营不经营成本的概念了。那我想这个哈，我想大概因为时间的关系再讲哦。也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请劳动部对于因为兼任教师都有参加劳保，那兼任教师参加劳保跟专任教师参加劳保，那他在这个加保入保的这个身份别上能不能勾稽得出来，能不能会不会有不一样？加保的身份是没有区隔的。哦好，那其他的我们刚刚第二轮发言要不要请劳动部也来就这个相关刚才这个专家学者所提的疑问哈，是不是来做一个简单的回应？谢谢主席。我想刚刚第二轮的发言我们也都非常清楚啦。那其实说实话，
任何一个指定适用劳动基准法的，绝对会有造成事业单位的成本的增加。那当然就劳动部来看，我们会认为说一个劳动者的劳动权益的保障是很重要的哈。那成本的增加不是我们再看到底适不适用劳动基准法这样的一个考量啦。所以我们一直在跟教育部沟通的是有关于对于劳动基准法法令的不清楚不了解，那他在适用上，因为可能误以为说是有参加劳保就一定是适用劳动基准法，我想这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法令的规定啦啊。所以我们才会一直在持续在沟通，任何一个政策的制定也都需要跟劳方团体、资方团体通通都要沟通，我们也希望凝聚共识，让一个政策的推动比较能够顺利。这也是一直刚才那个郭天才哈，郭所长他说，他从你们的报告里面看不出来你们支持他们纳入劳基法适用。请问你们是不是刚才的发言有认为他们不需要纳入劳基法适用？他刚才是这样诠释你们的，有吗？我们没有说认为不需要纳入劳基法的适用，我们那个书面的资料也讲得非常清楚哈。的确是因为一个教师在编制内，老师是适用教师法，那因为有教师法跟劳动基准法，所以我们希望就是同样是一个教师的部分，我们希望考虑的更周延一点，所以才会就是说一个权利的保障是一定要有的。那到底是要在向哪一个法里头去定，这也是我们在跟教育部在持续沟通的。所以基本上如果教师法那边没有办法给予保障，当然在劳基法的部分，我们站在劳动部的立场一定希望能够给予这些兼任教师有个保障。所以这个部分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持续在跟教育部在沟通，如果在教师法能够有一个保障，那当然劳动部尊重教师法是这样子。好，因为时间了已经到了5:32了哈，时间有限了，那我知道我们其实是很难有具体的沟通，一方面是因为520到了哈，打一个太极就可以说让新任部长来再讨论了哈。那我们也看到劳动部应该要大刀阔斧的就进行来决策哈，但劳动部也没有。我们今天要讲说教育的现场里面的劳动弹性化这些教师高教产业工会还有其他的兼任教师在这里并没有主张说我们应该不准再扩充不准兼任，即便我们是希望不要再扩充这个兼任的比例，从过去的30%到现在的50%，从这个公立学校普遍的40%-50%的老师都是兼任，到私立学校普遍60%-70%都是兼任，我们是期待不应该让学校的这个教职员就教师是这样子一个样态来雇用，可是呢我们也没有直接说不准兼任，不过要求的是说希望能够适用这个劳基法。刚才这个谢司长讲的就是说如果教师法没有办法保障的话，我们希望纳入劳基法来适用，事实上现在的教师法他们也不适用，也这个保障也没有，然后我们期待就是说希望直接要来适用劳基法，可是劳基法到底有没有挚爱难行之处，刚刚讨论起来是其实也没有什么挚爱难行之处，只不过是呢我们要求最低的这个劳工保护和劳动条件的保护，那教育部不愿意给，那为什么不愿意给啊？其实我有一个揣测啦，我的揣测是比较务实一点，就是说事实上如果他从这里破口了以后，他会整个溃堤作用，就是说高教如果给了，中教也要，然后国教也要，那事实上应该讲教育部带头践踏教师，教育部门从国教的教育局学校带头滥用这些代理教师、代课老师、终点老师，那一路这样子苛刻老师，如果从高教溃堤，他有可能啊，他人家问你说，那你政府要不要出来付钱呢？这个恐怕是一个大问题。不过即便如此，我们要告诉教育部和全国的人民，就是说这样子的虐待老师、苛刻老师，不会有好的教学品质，影响学生受教权以外，也不可能一直维持这种样态和这个样貌，可以便宜行事，然后这样子节省劳动力成本，一直维持到永久的下去，不可能的。这个这样的事例，这个最终还是要政治上
一定会有很多的事例出来，大家要面对啊哈。所以这个东西不可能一厢情愿说永远都可以这样子。那我们希望啊，就是刚刚大家讲的教师法和劳基法不是在二选一里面的竞合，我们是希望今天的公听会还有一个结论了哈。那这个结论呢？我们希望劳动部哈，对于大专兼任教师，因为教育部讲不出什么挚爱难行之处，所以我们希望啊，对于大专兼任教师纳入劳基法的适用哦，劳动部应该在于这个一个月内啊，提出具体的时程表，哈，这个，然后我们一个月以后，我们在这里。立法院要再一次的排专案报告，邀请新的部长，然后请大家再来就这个议题再做讨论，好，到时候再请大家与会啊。今天的公听会啊，大概就是做这个结论。那我们今天的公听会就到此结束，非常谢谢大家，谢谢。我再做最后的宣布哈。那今天本会公听会的目的哦，就请大家作为这个大专兼任教师适用劳基法相关议题的修法的参考哈。非常谢谢各位与会的专家学者及政府机关代表发言。那我们今天各位的发言及委员刘建国所提的书面资料列入立法院正式公布公报记录，作为本院审查法案的参考。那我们今天的会议哈，就如我刚刚所讲的，依照这个立法院职权行使办法规定，本次公听内容将做成书面报告，分送给全体委员及出席者，公听会的报告并作为立法的参考。那决这个本会议的结论，就如我刚刚讲的，请劳动部对大专兼任教师纳入劳基法适用哦，于一个月内提出具体的时程表规划哈，谢谢。散会。可以，好，各位，刚才我刚才忘了给大家讲，如果各位有要补充书面要发言的，欢迎大家再补充发言，没关系，书面补充发言再补充过来，谢谢。